点么时间？啊，你要要载人来到？啊，啊，哦，啊你哦安尼哦，哦，好啊好好好，麻烦你谢谢谢谢。开会的。南投县议会第十八届第五次定期大会议程县政总咨询开会时间到，请主席宣布开会。今天的会议现在开始。林县长、陈副县长、黄秘书长、县五各单位主管、各位记者小姐先生、各议员同仁、本会陈秘书长、电视机前关心现在的乡亲，大家早安，大家好。今天的议事日程是县政总执行，由曾正廉议员、张维华议员、林芳宜议员、邱美玲议员、蔡崇智议员、萧志全议员、洪明科议员、简世胜议员、黄文金议员、石庆龙议员、史清水议员、廖宜贤议员等十二位议员同仁联合执行。今天共同使用的时间是150分钟。首先请我们的张维华议员做发言。主席、秘书长、各位局次长、县长、副县长、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今天我们来针对，现在应该是全国最重要的议题啊，关切到我们这一代、下一代、下下一代。目前呢、我们现任的，小英政府，他说我们要付出啊8800亿啊，为了我们的国家建设而着想。这8800亿啊，我听县长说啊，我们所有的这个局处长啊，相关局处长去中央的时候，46件、47件案子送上去，结果没有一个符合前瞻计划，这对我们南投县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事实。8800亿竟然让我们南投县完全流失。县长，在这8800亿完全流失的过程中，这影响到我们南投县政府有多大，你知道吗？非常非常大。我们目前啊，南投县已经是一个物资缺乏的一个县市了。可是，在物资缺乏当下，又没有任何的资源物资从中央补吸下来。我们现在看到，不管在这所有的这个建设轨道，尤其是轨道建设上，说要4400亿啊。轨道建设这个东西，其实就在高雄来说好了，目前的捷运还在亏钱，只有在
台北县市才有英语，现在又要在基隆，又要在彰化，彰化人口数也没有那么多，没有办法支撑这个轨道捷运轻轨。我们南投县市在轨道的增加的过程中，我们完全是缺乏，就等于是把南投县市放在后面了。这个对我们南投县市完全是无感的，这8800亿对我们南投县市完全无感的。整个全世界啊，在做轨道的过程中啊，其实是非常微少的一个进步的国家，非常微少的区域才做这种轨道建设，包括美国、洛杉矶、旧金山，非常少的轨道建设。我们台湾的地区啊，在台北市、新北市本身呢、啊，它的人口数有到达中南部以下地区啊，你现在看台中，将来也会赔钱。人口数啊，真正做的人真的不是很多，因为你区域范围太大，不够集中。我们现在啊，这个区域啊，希望啊，为了我们前瞻计划着想，南投县县长，请回应一下，我们要怎么样子争取到前瞻计划？有什么方式？有什么其他的管道来加入？请林县长做答后。啊，谢谢主席啊，潘会长，啊，谢谢张议员啊，关心啊。这个中央政府啊，8800亿哈、啊，这个规划的一个前瞻性的一个计划哈、啊。那么我们南投县非常遗憾哈、啊，现在啊，这个行政院啊，小英总统啊，他所重视的啊，就是轻轨系统、铁道系统啊，还有绿能啊，啊，另外，这个我们南投县啊，就不属于啊，因为我们南投县也不需要。这我们也没有办法符合这个轻轨变道哦。我们尤其我们这边是高山比较多啊，我们现在需要的啊，我们是希望啊来争取哦，我们每一个乡镇啊都能够有小型的巴士啊，小型的巴士啊，在每一个镇啊都能够啊来做运输系统，这样比较实在一点。那么我想这个我们所需要的啊都没有在啊这个8800亿啊他们所定的、啊、四大。啊，范围里面呢、啊，他现在四大目标啊，就是啊，轻轨、铁道，那么就是绿能啊，第三个啊，就是水环境哦，啊，就是这几个啊，我们南投县呢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符合他所需求的。另外最近呢、啊，他已经又有放宽了啊，要放宽好像1500亿啊，做竞争型的哈、啊，竞争型的计划、啊。那么我们县政府啊，已经做了好几个计划、啊，要提送到啊去参加竞争型的哈、啊，这个计划、啊、是不是能够获得补助哈、啊？我们还是要赶快再努力了。那么我相信呢，我们民进党政府在主政哈、啊，应该是哈、啊、建设不分蓝绿才对了啊，不能够说哈、啊，蓝的县长啊，县会就不给，我想这样没有道理啊。因为现在全国的老百姓啊都在看，究竟现在的民进党政府在主政有没有蓝绿之分啊，我看呢、啊，大家都眼睛雪亮在看呢、啊。那我相信呢、啊，那么蔡英文总统啊，他讲说哈、哦，这个前瞻性的建设啊，不分蓝绿啊，有就好，不分蓝绿，只要计划获得核定啊，不分蓝绿啊都会补助哈、哦。啊，所以我想啊。我们会积极的再努力的来争取啊，县长哈、哦，目前你看到这个，请你说出来啊，我们哪个县市啊有得到这个8800亿的经费，请念出来好不好？这边我看得不大清楚了，来，那我帮你念一下好不好？桃园啊，1100亿啊，是啊。高雄啊，1000亿啊，台中啊，
662亿啊，台北零啊，新北零，新竹零，南投零，完全是没有。县长，我看你还是加入民进党好了，这样子你才能得到我们所有前瞻性的计划。来，我们请了。啊，馆长，而且吼，先讲啊，本小组吼，对你吼，林馆长的即前两年多来吼，真正肯定啦。尤其吼，在之前吼，啊，馆长的面，馆长先请坐坐好啦。之前吼，啊，馆长的民调甲幸福指数吼，伫咱全国吼名列前茅吼，这是正受到咱南投县民来甲你按一个赞来甲你肯定，所以你的努力吼无白费啦。哦，你努力无白费，尤其咧吼，咱伟大的蔡英文政府吼，啊，即摆开即个哩，开即个吼加扎咧，诶，火车头吼，啊，载着现金遮尔济来到咱全国，啊来咧飞吼，啊要大放送嘛，绑桩大放送啦吼，这个绑桩大放送啦，啊，殊不知吼，本地吼，啊，咱所有阮遮议员同伴吼，想讲咱南投县咧有一个遮尔优秀的县长咧，遮尔好的团队咧。应该吼，人讲诶，过去咱拢知吼，啊，读册呐，考试考第一名，也是比赛得金牌咧，奖金就愈侪啦吼，以此类推嘛，对吧？啊，咱嘛是想讲，咱南投县咧，咱林县长诶领导之下，咱遮诶服务团队遮尔优秀，遮尔好，啊，尤其咧，啊，咱南投县咧是一个真正善诶善县，但是咧，咱南投县需要建设诶，需要开发咧，是比别县市咧搁较侪，搁较需要。啊，所以咧，本地咧，啊，咱拢想着讲，抱着讲，咱蔡英文政府咧，应该是爱无分党派咧，需要的所在咧，伊就爱来伸一个手来甲咱斗下手甲着。但是咧，啊，今日大家拢看吼，拄只咱的议员吼，咱怎啊议员提出来，咱是零呢，馆长。咱这个灵感真正是属实的，你甲咱南投县的大大细汉的百姓讲一下，讲到即满目前为止咧。咱伟大的蔡英文政府，甲这个金钱咧，甲这个资源咧，予咱南投县，甲目前你是偌济？你用你坦白讲者，有无偌济安尼落啊？请馆长回答。请林县长作答。啊，谢谢副议长哈，啊，谢谢洪议员的关心的。到目前为止哈，因为我们争取到的哈，没有受关爱的眼神哈，啊，所以啊，目前还是 zero 啦，零啦。零啦吼，关键你要坦白讲出来，大声讲出来，咱就零就零，无就无啊、欸，有无？无啦，无啦吼，这咱要让咱的国民了解啦。因为过去咧，啊，蔡英文政府咧，拄要来选举总统的时阵，来到咱岛的时阵啦，啊，本身实在毛听的，伊讲伊无分党派，只要若调咧，啊，咱岛需要啥，伊一定要大力要来甲咱斗下手。所以咧，在伊选举的时阵咧，咱南岛人咧，真正的目睭嘛拢瞪真大，你嘛拢甲瞪落，拢甲插落。但是咧，即摆咧，食拢无啦，空空啊吼！本底我是要讲一句真歹听话，但好咧，家在动起来啦，吼、哦！真正食拢无啦，即就叫蔡英文政府啦。但是咧，啊，关键你怎样讲起吼？所以所讲的四咧五咧，拢总无法到咱南投县的需求啦。但是一个我了解咧，本是了解一个烟民会咧，一个烟民会本身一亿咧，伊要房屋改善，谁人会杀你？迄时啊，就会杀你；啊，时啊，难讲就讲袂杀你。这是大细汉之分嘛，对无？圆明会变成一亿的经费，伊要改善工程，伊是要起厝的，改善房屋的。北关市只要青洞的就有。馆长，真正上重要啥？拄只本是讲的，咱的列车吼，咱火车吼，第一个问题啦，咱南投无铁轨路啦。吼，咱南投应该是台湾全省南投。咱迄二水遐卖讲啦吼，迄种遐卖讲，咱南投就是无铁轨路，所以迄台火车无咋开入南投啦。第二项的唔对，就是你车辆牌啦，你车辆牌嘛，所以咧啊，本色伫遮咧，本色嘛是车辆牌，但是本色咧，感觉讲馆长，你爱心胸爱放互大咧，你爱为着南投全民咧，为着南投的建设，为着南投的发展咧，我相信啦，馆长，我今日甲你建议，这应该嘛对啦。咱同齐来加入民进党啦，咱主动投靠啦，
安尼吼来争取一寡经费吼，来让咱南投人吼，搁较福利搁较好咧，让咱南投建设咧、甲发展咧会搁较好啦。馆长，你甲看安怎？咱也加入民进党啦，本色来陪你啦，好无？阮这议员拢来陪你啦。啊，你先回答一下，看好无？咱做人爱有骨气啦吼，做人爱有骨气。咱唔好讲为着讲吼，要爱民进党争取一撮钱，啊，就来吼来违背。家己的心界的嘛。正常，我看安尼啦吼，因为拄啊，洪议员有特别提起吼，咱南投县的铁路吼，啊，其实最近迄个彰化高铁站的部分吼，伊嘛大啦啦直直在说明讲，因有关心着咱南投，啊，有来照顾着咱南投吼。伊咱南投二水线的铁路是延伸过来个水利，这条是嘛当初是。你做一级镇长的时候，一日在推动的，吼、哦，只是小火车。啊，即马因要连接到彰化的高铁，因讲这个小是记伫你家，这钱开伫咱南投县，敢是有影？目前哦，这个消息是对媒体看到的吼、哦目前啊，中央单位吼、哦，包括铁路局啊，拢无甲咱县政府来沟通啊。我们消息啊，等都没有，啊，所以对吼、哦，建中啊，要做条沿高铁站啊，这条是我对做立委的时阵争取的，啊，争取了，当时啊，部长是毛柱国，他也非常赞同，啊，目前啊，这个计划有没有确定？到底真正有没有这笔经费啊？听说是20亿是吧？哦，但是我不了解哦，所以目前啊。现在所谈的哈这些补助经费啊，因为立法院啊这个前瞻性的建设条例还没有通过哈，所以获得多少补助啊？虽然这个消息嘛，虽然无真正确的对。无正确。我无要紧，咱中彰投内底吼，讲起来咱南投算真的是上善者啊。包括咱的新政府要开始的时候，吼，要伊嘛信誓旦旦讲吼。中途所牵手啊，捷运要进南投啊，当初是一个口号，台中甲南投要做一个结合，啊嘛是一个好规划。台中捷运的局限，哦，按算要延伸到咱的南投的草屯的中心新村，这条线路啊，真诶捷运啊拍来到南投，我相信甲咱南投县会用伊重要的这个草屯南投会用更加。台中市做足条的结合，这个建设讲起来对咱南投非常的重要。啊，伊嘛答应讲，蔡总统嘛有保证讲，只要伊2016年有条执政，吼、哦，公开的场所嘛安尼讲，这条捷运局限一定要按拍通到南投。这个消息你知无？这吼、哦，伫立法院呐、啊，我嘛争取过吼、哦。嗯。但是吼、哦，即摆虽然有安尼在讲啦吼。林佳龙市长嘛，在甲讲吼，要甲这个捷运呢延到咱南投过来吼，那么非常欢迎啊，我们没有反对啊，我们支持啊。不过就是讲哦，目前啊，我在前瞻计划内底计划啊，这条来做上下呀，是不是安尼？这个哈、哦，我相信啊，听得到看不到啦。安尼我看嘛是安尼啦，我甲洪议员的同款啦，我嘛是车联牌啦，馆长啊。这个为了咱岛困难哦，我想无咱同齐来加入民进党啦。你先回答一下，你讲好无啦？你先回答一下啦。你先回答讲，咱来加入民党好无啦？我先回答一下啦。我做一个馆长，人爱骨气啊，别讲未使讲为着吼某种的利益，啊，咱就去投靠民进党。馆长啊，这不是某种的利益，这是为着咱南投县的建设。我就是讲哦，对南投县建设有帮忙的，靠医生一挂，咱嘛爱做。馆长。你也看你的边啊，迄个牌啊吼，这青牌啊，这看起来嘛真水啊了。我好这相片吼，来个翕起来，来找蔡英文吼，来蔡总统，讲咱要咱遮大家拢南投国民，拢要来投靠他了吼。啊，好，咱的捷运嘛好，绝对咱南投县爱个先个，加拍好通吼，较要紧哩啊咯。捷运这绝对要做的物件，是啊，彰化有咱遮无？是啊，彰化有咱遮无啦。我先问馆长就好啊。不，那个捷运吼、哦，我想啊，这个要看我们哪一个县市的一个需要性啦。因为咱南投县都无需要做这款捷运，因为咱人口啊，每一个乡镇分布非常零散吼、哦，无集中嘛。啊，所以啊，你讲捷运吼、哦，
基本上我们统干哈，被做个六干哈，那么我们也是乐观其成了，但是会不会成功啊，还是值得去研究了。好啦，管理员，我的看法啦哈，咱捷运是要让咱南投国民的方便啦哈，比高铁也蛮好，好，想到我嘛高铁啦，咱因为咱高铁无经过咱南投关吧，无吧哈，咱车头嘛无啊，我是不是讲来拜托管理员讲，管理员加入民进党？咱的捷运吼，迄、那个高铁的捷运，对咱南投要去到乌日这段嘛好，互咱南投国民真方便。我相信馆长你嘛有是真想要做啦，啊不过咧，你哑巴吃黄连啦，是啊讲 A 加囝嘛，你都无好讲，伊都歪笑你啊，伊都歪笑你嘛，你真想要替南投国民讲，啊不过咧，歹势你请白啊，所以咱今仔日。阮在座这议员是讲要要求馆长，拜托馆长讲来加入民进党，就是因为讲吼党派之分啦，像我这无回党的上好用啦，对吧？馆长你做了好，我来支持。我嘛希望讲吼，馆长，咱这个高铁通到咱南投吼，咱嘛爱甲争取转来，莫甲咱分大细汉，吼馆长。我想我们的蔡英文总统不应该是要分党派了哈，因为我们他是我们中华民国的总统，并不是民进党的总统，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哈。那我看我们前瞻计划里面，他的计划有五大建设，其中有城乡建设，他要把整体的发展要有区域平衡了哈。县长，在我们的前瞻计划，据我所知，你有提一些计划，请你报告一下。我现在哈，这个我刚才说过哈，因为这个前瞻性啊、自治条例啊还没有通过哈，啊整个细节内容啊，现在大家都不知道哈，啊所以现在哈我知道啊，除了铁轨力能哈，还有水环境之外啊，那么它还有一些哦，就是城乡啊发展的这个计划啊。那么这些计划到底包括多少项目哦？我们要了解之后啊，公布之后才能够明确啊。我们现在已经积极在准备哦，要争取啊这个城乡发展计划的经费啊。啊，我们已经列了五六项哦，要来争取哦，包括哦，咱这边咱的桥耸云天这个花雕公园啊，我们要列置计划来争取哦。啊，我相信啊，蔡英文总统啊，他一直强调哈，建设。不分蓝绿嘛，所以我们好的建设、好的计划、容易执行的、用地没有问题的、两年内可以完成的计划，我相信呢、啊，我们好的计划，他也不敢把我们否定说不给我们县政府来补助啊。如果是我们的好的计划，是委员审议，大家都一致认同，如果他有蓝绿之分，或是说哈、哦、有排斥啊国民党的哈、啊、县市长的话。我想我们可以发动抗争嘛，对不对？我们走上街头嘛。所以我们今天怎么样这么不公平的政府啊？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最主要是要凸显说，呼吁我们的小英总统，你不是民进党的总统，你是我们全民的总统，你应该是要平等，不能大小眼，应该要以重点式的下去衡量，让这个计划通过，不能一味性的一面倒，全部绿色执政的。县市全部过，可是我们国民党执政的一块钱也没有，我觉得这是相当不公平的。馆长哦，我真也无啥，馆长哦，拄只阮啊柯议员啊，甲阮大基议员吼，伫要求你加入民进党，你到底袂啊？我听者，我都讲到细小听无哩。我坚决不加入民进党。啊，那你有家属啦？你站，实在有家属。我希望国民党啊要更团结，我们希望2020年能够继续执政。馆长，你家己印这句话，我这大声，我都听了就心情骂你啊！你有假事啦，莫怪讲外口哪讲了，你大家拢讲这句赞的。我讲啦，这个错这个一道乱吃荤啦，讲千杯千杯闹千杯，不分男女嘛，有向伊俩看，这个要做统清一点，啊，咱的高雄1,300,000。33亿，台南700几亿，台中600几亿，啊，咱南投县零，我猜咱南投县的人这侪拢甲支持，你这错政，你怎乌准我了，乱混了，啊，你干那一个做总统府，这伊个蔡英文蔡政府伊个官舍，
国装潢国开无开一外，啊车就要换。我请教馆长，你上次甲即摆安尼车换过几番啊？你捌换过无？你换无？换一台啦，嘿。换一台，迄个进前拢高速高速国换，你公道啊？迄个拢讲害了害嘛。啊，伊这白白换呢，车真好，车白白哦，一台拢几个千万呢。敢那一个伊的这个做官舍呢，就开一外。啊，你要甲吐有啊无？零，这要什么政府？应该对你来讲，爱关爱就安顺嘛，爱认真个，你无猜你才认真，才拍拼。应该的时候不分男女嘛，你讲千杯，讲这拢骗囡仔了，真正隔空喊话，乱来呢。无猜跟咱南投官民嘛真济天意的，啊伊安尼对咱南投官一丝仔都无甲你帮忙嘛，你安尼个千山计划。甲吐起哩，四十外项，要到这个五十项，嘛无。伊若讲，干那办公室啊，住这个，伊的这个做这个，伊的总统府的总统的宿舍一外，若互你来，互咱馆长来做弄咯，是毋是够结实真济？乱创，真正这错政府哦，无采真济人，真心情拢期待遮尼悬，遮尼大。但是不是呢？规个会你甲看到光明顶呢？派遣就叫个看到火光灿烂咯。馆长，你那干那做影咩？你这真，你那林馆长，你才是光明顶啦！真正恁乱创啦！咱这个蔡政府吼，当初的时阵，咱这拢真侪人拢甲当作是礼拜，啊，结果甲恁帮忙啥无？那一个真正。大有为的这个总统有认真拍拼，不分男女，伊拢一个口号了嘛。照讲你若像你这认真呢，哎，南投县的准水啊，龙龙桥呢，准水啊，哎，龙龙桥好啊，甲咱建设呢，但是拢无呢。你啊看这张表，你甲咱这个翕一个零，这真正讲起来是作弊啊的啦。莫怪阮啊柯议员甲大基的。干那就是讲叫你加入民进党，但是那以你的骨气哦，你加入嘛是孬啦、零啦。我讲啦，那你带枪投靠吼，鬼有啊无嘛是零啦。伊嘛跟你分得真清楚啦。给用破卡手的啦。嘿啦，你这个驾驶你的骨气，我刚看到欣赏啦吼。你们都在讲我们南投县啊，这个平地的建设啊。但是好像忽略我们原住民乡的整个建设哈，我想自从这个蔡英文总统啊上任以来啊，他口口声声啊，他说我们原住民啊是这一块台湾土地的主人，而且啊在上任的时候啊就职的时候啊也正式啊向我们原住民道歉了，但是啊。这一次的这个前瞻计划的这个建设的这个计划，我看不出来啊，他对我们原住民啊有什么丝毫的这个关心呐、啊？哦，你看看那个我们这个几个这个前瞻计划里面的整个经费啊8800多亿，管定哦，以你的了解了哈、哦，你有去过中央也开过会了，这个蔡英文政府啊。到底对我们原住民有什么样提出什么样的这个关怀关心啊、哦、对我们原住民地方的整个建设他有什么前瞻性的看法、哦、那个请县长答复一下，请林县长作答。据我所了解、哦、那么前瞻性的建设计划、哦、对我们偏乡地区的、哦、尤其对我们原住民地区啊原民会啊，究竟有没有好什么计划？我们不清楚哦。但是呢，其实都没有，1.8800亿里面啊，多少能够发挥在我们原乡建设的经费啊？因为目前啊，我们都还不清楚哦。啊，整个计划都没有通过哦。啊，整个细节内容啊，我们也都不了解啊。所以说哈，所以到目前为止啊，前瞻性的计划可以说啊，还是在。黑箱里面呢、啊，还没有公开、啊、我们都不清楚啊。所以说，馆长，你的服务品质啊，是无零缺点呐、啊。
但是这个前瞻计划里面的经费啊，你是林县长啊，哦，一毛钱都没有。所以哈，哦，啊，我们在这里，我还是呼吁你了哈，哦，尽量的哈，哦，为我们南投县，包括我们哈，哦，原住民乡的这个整个哈，哦，啊经费啊，啊尤其是啊，你常常到我们仁爱乡，我们仁爱乡啊，现阶段呢最需要解决的就是道路交通问题，尤其是我们的例行产业道路。哦，那么多年来，哦，每次啊遇到这个风灾豪雨，就会发生这个哈，哦，土石流崩塌，道路中断。这一个连这一点，我们蔡英文政府哈，哦，明明讲说啊，他最关心原住民，向我们原住民道歉，连这一点都没有去关心。我想啊，我们原住民啊，心里都会很明白，哦，这一次的这个啊，这个整个这个前瞻的这个计划，一毛钱都没有在我们仁乡里面的时候，仁乡里面的时候，我们仁爱乡的很多的原住民啊，都在反弹，哦，都在反弹。所以啊，啊，在这里，刚刚我们有很多的啊同仁说加入民进党哈，哦，我想大家也不要那么激动了哈，哦，激动。但是哈，哦，啊，管定哦，有时候你去中央哈，哦，那个开会的时候啊，那个衣服换一换啊，穿绿色的了，好不好？啊，哦，不要穿那个蓝色的，那个名字也不要标，啊，哦，那个穿绿色的，哈，哦，啊，然后啊，来建立我们蔡英文政府多关心一下我们原乡的建设，好不好？好，哦，谢谢。那我来答复一下哈，哦。现在我也非常担忧的，就是哈，现在小英政府啊，那么在立法院啊，已经把那个事务官啊，也要把它改为政务官哦，这样对啊，所在文官体制一个很大的破坏。那么现在事务官方面啊，他不会分蓝绿啊，事务官啊，他在补助经费啊，就看是哪一个县市执行效率好，哪一个县市有好的计划。他不分蓝绿就会补助啊！如果现在把文官制度破坏了，把这些事务官都改为政务官的话，哦，他喜欢用什么人啊？就是他喜欢的人啊，就会造成啊蓝绿会之分的，啊，非常严重啊！你看现在我们的中部办公室哈，哦，他要到我们南投县来啊，要做什么建设，要为地方服务什么，很少透过我们县政府啊，就直接哦。到来老百姓的地方啊，去答应要做什么做什么，但是我们县政府啊一无了知啊。像在我们刚才啊，我们萧议员啊，他说水里火车站，他要做什么建化建设计划，也没有汇知我们南投县，就啊中部办公室的主这个长官啊，就带着啊铁路局就马上到那个水里火车站啊去开，结果闹了非常不愉快啊。你看像这样的话，他们的这个文官制度破坏掉啊，就没有一个啊正常的行政系统啊，就非常不尊重啊我们的地方政府。至少哦，水里火车站要做怎么样的改建，要做怎么样的建设，至少也要会同我们观光处的人员去了解，到底县政府要我们要怎么样来配合，对不对？但是他没有啊，他就是哦啊，就是一党独大的精神啊，就带着就马上啊到水里火车站啊，既要做什么做什么，结果，啊，跟铁路局啊闹得不愉快，不欢而散啊！啊，所以我想啊，这个文官体制的破坏啊，对我们整个将来的施政啊，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大家好，我延续一下啊，我们今天的热门话题哈。其实我们的前瞻计划可以说是一个大家所瞩目的一个前瞻计划。但是这一块大饼，至于说怎么切、怎么分啊，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媒体一披露之后，说实在的，对于南投县民情何以堪哈？我很少碰到说这么认真的县长，从基层做起，他把自己当成民意代表在做，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我说这种县长真的哈，很难干的哈，啊，也很辛苦，所以说跟在旁边的这些团队，说实在的也很辛苦，大家也都很努力的在做。我相信，
从民调，从全国的民调可以看得出，我们的努力应该是受到肯定的。我们的前瞻计划，照理讲，应该也要依县市政府的这些排名下去划分。怎么分的话，我们也都该分到一点点吧。但是数据显示是挂零的哈，提了四十几件的这个前瞻计划，一样都没通过。其实我相信睿智的蔡英文总统，我相信他希望做的是一个全民的总统，是一个不分蓝绿的总统，而不是只是绿营、只是民进党的总统。从上任到现在一年多的时间，我相信他推出的许许多多的政策不完全都是错的，但是受到这些百姓有感的反对，我相信大家也都看得到的。对的政策我们要支持，但是不对的政策我们要提出抗议，要提出意见。尤其是前瞻计划，说实在对南投这么努力是一个很重的一个打击啊，在这里也要严重的抗议蔡英文政府哈，南投县有你的选民，南投县也是你的百姓，所以说希望说他能够全面的顾到我们这些其实地方上的需求很多，不管是民生的也好，建设的也好，样样都需要中央的支持。至少施政要有伦理，要懂得尊重，人家才会尊重他。其实我们早上在讲，请县长加入民进党吧。其实我们是很有骨气的啦，哈。本人也是一样，其实是党的属性不同。一路走来始终如一，我相信县长也是一样的。我相信在场许多人的坚持也是一样的。我们一再重申，我们的施政，我们的建设不能分蓝绿，也在这里呼吁蔡英文总统，施政也不要分蓝绿，这样子我们会支持你对的政策。谢谢。南投的不幸啦，在总统的选举时阵吼，而且本身一定要凸显讲吼，咱南投人咧啊支持蔡英文的时阵咧，无输国民党啦。较早咧啊，咱南投县咧会用讲蓝大于绿啦，但是这次的总统选举的时阵咧，咱南投县咧拢抱着讲蔡英文政府咧会偌好拄偌好，所以咧迄时阵咱南投县的选民咧。甲真正多、真正多选票无输蓝色的，服蔡英文政府。但是这当今咧，而且咧本色也要来甲咱南投所有乡亲来呼吁。咱迄时阵投的票，即卖真真正正变作空票，真真正正咧，咱蔡英文政府咧啊，真真正正看咱南投人真衰潲，根本无注重着咱南投人当互伊的一分一票。会用讲伊个心态，就讲咱南投人当互伊拢一家啦，无事个啦，无效果个，唔免咱南投人伊嘛当选总统个，伊即个即当今嘞本色个感觉，伊是即种心态啦。所以伫遮嘞啊，本色啊，对着咱南投人嘞，自一年前嘞选了蔡英文个人个，感觉讲真正个对因真正热爱啦，无差因个抱负遮尼大，因想讲蔡英文政府嘞。会用来改革咱南投，会用来甲咱南投倒下手，殊不知咧，因所投的票，甲这当今拢总是零，拢总是空的。甲这当今咧，咱南投人一定要觉醒。咱南投咧，在过去咧，啊，转互咱蔡英文政府所有这些人咧，这些人员咧，恁的计，恁的想法是对的，但是咧，蔡英文政府所做的是唔对的，所做的是危害着咱南投人。所以你这县长，拜托你，你要硬起来啦。你讲爱有骨气，咱卖投靠，但是就从阮廖议员讲的，无咱嘛表现一撮啊，马仔恁只最好甲换青啦，互伊讲咱有一撮心态啦，互伊讲有一撮咱有南投县，咱县长领导之下，咱只一级主管，咱嘛有小可要换啦，卖讲一定爱换啦，互伊散出一个善意吼，互伊个感觉讲，哎，南投县这林县长有了咧变心哦，这用好啦，甲伊哦，爱互因安尼吼，互因哪丢哪丢，安尼个大话啦，啊，你若直接投靠我。对啊，阮大姐讲嘛无效啦，吼嘛无骨气啦，吼、哦，所以咧，啊，咱小小啊，甲改变者，明仔吼，咱只一级主管，咱有青龙甲青青来啦，
安尼较单纯啦，互因感觉讲咱有素食善意嘛，互伊讲，即林馆长个心咧变啊，哦，真正即绑桩诶现金图诶发放哦有效果啊，连即林馆长个心都了变啊，哎，无唔对，伊个钱就互咱啊啦，馆长，安尼看好无？馆长，你回答者，咱卖讲一定爱加入民进党啦，马仔咱家只一个主管哦，啊甲删除善意。穿青，啊，咱唔免做制服了，因有青拢穿来落啊了。有青，家己衫啦；有青，家己穿来。咱唔过开这条钱了，时间咱也无加就过了的，好对无？好不好？你回答一下啦，你回答一下啦。请林县长作答。好，谢谢，潘会长。那个黄议员，你讲这吼，我感觉吼，咱弱点莫去贴冷屁股啦，哈、哦。咱的弱点莫去贴人冷屁股啦，你甲穿绿色衫来，伊嘛无感觉啦。哦、有啦，还有感觉啦。哎、哦，都你若平常啦，较一通电话给我，我都欢喜个安尼啊。嗯，佮讲穿衫无感觉。小英政府啊，变来个南投县啊，都支持咱民进党南投县民进党部啊。2018年一定要让南投翻盘，对吧？伊才有可能经纬好咱，所以咱来自立自强，咱来自己开发财源。啊，我相信讲啊，中央各部会吼，嘛要真有良心的这些主管啦、啊。咱所提计划吼，合理的、合情的，对地方有帮助嘛，决定甲咱补助呀。所以咱唔免讲吼，看下遐悲哀就对啦。馆长，若听你咧讲吼，阮即组议员绝对嘛全力听你啦。啊，而且吼，本身也要甲你要求啦，甲阮所有咱这议员吼，阮这议员都嘛来翕一个相。但是咱唔要加入，咱是甲悲哀呢。啊，好，咱南投人知啊，加入民进党嘛是无效啊，对不？所以我们知嘛，你讲意思就是安尼嘛，咱要骨气嘛。即摆吼，即摆人咱大家无了解讲哦，新人无人唔知影旧人好啊吼。嗯。啊，即摆大家拢知影讲哦，旧人好啊，啊新人未用伊啊，啊即一等落去等三等啊啦。啊，我是感觉讲吼，咱即摆是上要紧的是讲吼，对要安尼照顾咱的百姓生活上要紧啦，要让咱的百姓赚有钱才上要紧。对啦，啊所以就是讲本身就讲意思啊，咱翕一个相就讲，唔好五万民进党啦，安尼听好无？对啦，好，安尼好无？好啦，好啦。来翕一个，来翕一个，唔好五万民进党吼，唔好五万民进党，五万咱南投县林馆长的所有咱一级主管，咱这团队安尼来带咱南投县，让咱南投县未来愈幸福愈快乐，安尼好无？好，好来，来翕一个，来，来，翕一个啦。我当然党代表呢。讲者，你先讲者，你先，我搁讲者，你讲。张会长那边。县长。现在蔡英文政府上任之后，
其实啊，你做的没有他好。他五大政策，你都没有比他厉害。核灾食品进入台湾，你就没做不到。同性恋结婚你也做不到。瘦肉精、猪肉瘦肉精进台湾你也做不到。一例一休你也做不到。年金改革你也做不到。现在哦，我们又看到啊，目前啊，针对我们现在农药残留啊，看你做不做到。这个可能字太小哈，我念给你听。目前所有的农药残留，目前啊，现在啊，之前啊，我们蔡英文政府还没上任之前，我们都照欧盟的体系来走。所有的体系，包括木瓜、荔枝、凤梨、哦、红毛丹、百香果、芒果、荔枝、龙眼、莲雾、哦、番石榴等等、枇杷，这都是我们南投县出产的农特产品。之前都照这些欧盟体系在走哦，目前呢、啊，现在啊已经改了，相信啊能够农药残留。提升了1000倍啊，1000倍啊！原本是0.001啊，变成2啊；木瓜从0.01啊变成10啊；荔枝啊从0.01变成10啊；凤梨0.01成10啊；哦，百香果0.01变10啊；哦，等等啊！现在目前呢、啊，针对3岁小孩子以下，这都可能会去吃的食物哎、欸。3、4、5、6岁父母亲来跟我说：“哎、欸，拜托几位啊，全县通通都要把这些农药残留都要提升了，我们可不可以南投县不要提升？这你做不做到？”我就叫以我们县长一下。我想这个农药残留啊，这个问题哈、哦，是不是请我们的那个？卫生局的局长啊，来答复他比较清楚。很好，来，我们请我们卫生局局长来，请黄局长做答复。啊，谢谢主席、副议长哈。那谢谢张议员您关心哈、啊，最近卫生福利部在3月15号啊公告那个新的农药残留的一个标准表了哈。那我想这个部分是这样子的，这个部分啊。刚刚议员您所讲的那个欧盟的那个容许量0.01的部分了、啊、哈，其实卫福部这一次公布是0.01这个 ppm 这个代表的意思是，原来0.01是一个医疗那个检验仪器的最低检验的一个值，那也是代表是我们不用说什么啦，零检出的意思，我是先这样子做一个解释，它是零检出的意思啦。这个目前、哦、是说换算1000倍，之前都是照这个规定来走，是不是？是，嘿、哦，你从小你现在50几也60几，哦，这50年呢、啊，50年都照这个规定来走，有没有错？有没有错嘛？没有啊，没有，没有错嘛？大声一点，没有错嘛？对，没有错，对不对？50年都照规定来走、嗯，为什么小英政府上任之后要害我们小孩子？吃这些农药残留的食物，其实那个农药的使用的部分啊，那个残留的标准的部分，还是要在放宽或者是限缩的部分，还是要考量到全民健康为最重要的一个前提。所以呢，你同不同意你的小孩、你的亲戚、好朋友的小孩去吃这些农药残留的食物？同不同意？站在主管卫生主管机关的立场，我们是保障民众的健康，我们是当然这些限值是限值越低是越好，对我们民众的健康是越有保障。你同不同意嘛？站在卫生主管机关立场，我们是同意啊，是赞同这样的看法。你同意啊？嗯，同意他们吃这些农药残留还是不同意？对，同意还是不同意啊？这个增加的这个体系，这是同意还不同意？如果
我们是比较赞成，就是说，当然是以最低的那个限量标准是对人的健康。所以是之前的标准嘛？你的意思是不是？啊、哦，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我们之前这些农药残留的这些数字啊，也延续下去在我们南投县？虽然全国已经改了，我们南投县不允许为了我们父母亲啊的小孩子啊，不能允许他们吃这些1000倍以上的农药残留食物，可不可以做到？我们可不可以修正自治条例，让它能够保护我们下一代，保护我们南投县的居民，让他不要吃到农药残留食物，好不好？我们伟华议员的意思说哈，这个容许这个我们这个农药啊，这个容许量啊的这个放宽以后啊，你同意不同意啦？因为放宽前、修正前跟修正后嘛，对不对？修正后以后它放宽了啦，放宽了以后哈，啊，站在你这个卫生主管机关的立场，你同意不同意啦？哎，我的意见是这样。廖议员，我是刚刚我已经讲的，是站在卫生主管机关及民众的健康的立场，我是当然这些值。定的越低，当然对民众保障也有健康的一个保障的一个基础嘛。所以说我还是赞同是，如果是量能够定的越低的话，当然是最好，对民众的保障是最好的。当然能保障了哈。我说这个放宽以后，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有没有保障？我们原住民是没有关系哦。像我们张子孝，你给他多很多的那个局长啊，多很多容量再放宽了、啊。他都不会中毒的啦，因为他会吃我们山上的很多的这个哈、哦，那个我们的那个野菜啊，来排放啊，所以我们刚刚我们伟华讲的啦，我是说我们这个啊，这个我们本这个这次的这个议员呐、啊，我们大家的意见说，这个容许量放宽的时候，对我们的健康有没有影响啊？啊，如果有影响的话。啊，你站在主管机关的立场，你有什么有什么这个把关的一个政策啦？好，刚刚张议员有提到是说哈，希望能够把这个容许掉的残留标准，把它恢复到原来的3月15号公告之前的这个标准了哈。那如果是按照那个地方制度法的话的那个规定，在卫生自治的事项，在县市政府是可以自己来定的，不过。如果是加盐的部分，地方政府还是可以考量到民众的健康的部分，是可以来奠定。不过这是牵涉到整个农业的发展，还有农民使用农药的一个权益，要权衡性的一个平衡。不过这个如果是基于民众的健康，当然大前提是保障民众的健康还是重要。杜局长，你请你坐坐啦，好不好？我讲问较简单好啦，我想来请教咱管委也坐来啦。管长，你请徛起坐啦吼。我上简单好啦吼，你讲像这个做木瓜这啦吼，木瓜过去的容量是0.01呢，啊，即摆是10呢，这正严重。管住哦，你孙嘛六个啊嘛吼，你的孙来讲，想要加木瓜牛奶我吃，进前的孙0.01的农药吼，这天天来嘛吼，无可能讲100%拢无农药嘛。啊，即摆的孙，小英政府、小英政府啊吼，台语的政府，这个小英啊，拢真侪人拢甲当作是礼拜吼。啊，伊即摆都改到讲做修正后十，安尼你赞成还是无赞成？可不可以拿一杯？拿一杯这个木瓜牛奶，要给恁孙仔啉。过去是0.01呢，即摆是10呢，加足一杯，即个一杯，你食着水排肠呢。安尼你敢卖？你敢要给恁孙仔啉？管理我请教，你敢卖？请林先生做答复。啉着水排肠呢，你敢卖？你有啉无？谢谢潘会长哈、哦。那么我想啊，他现在啊，现在卫生福利部啊，把这个农药残留提高啊、哦，这个标准的话。说实在，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不好。管住，我都不听你这句话，你听这里，安乐给我啦。立马反对咱这个蔡政府这个乱吃货的啦，乱乱创的。所以我现在就是要呼吁我们所有的哈、哦，叫颈椎够人家高龙哦，但来自我要求。你也看哦，即摆讲哦，有农药残留的机构哦，大家烧钱抢啦，大家烧钱买啦。
啊，你也讲哦，那讲哦，你这农药残留有10%哦，无人敢买啊，对不对？對所以哦，咱的农民家己要求上好。即摆吼，我相信咱南投县啊，咱这果农哦，大家拢哦自我要求较严的。咱哦，即啊，你看像这莲雾就好啊，嘛拢一包一包甲包起來，哎、啊、呀，包起只，我有农药去残留伫内底。葡萄嘛同款啊，葡萄我包包起哦，虽然有撒农药，但是包起來葡萄内底都没有农药残留。所以即摆吼，无农药残留的水果吼，大家都非常欢迎，大家都非常喜欢吃啊。所以啊，这个标准提高吼，我想啊，是不是另外有什么其他目标目的我们不晓得，但是呢，咱南投县的果农啊，决定的自我要求，咱所号称的南投的水果都无农药残留，这一流的，对吧？安尼，馆长，你嘛赞成就对啦吼。哎，请坐啦，馆长，你的智慧真正都有够啊，安尼就对。啊，这蔡政府你看。无你顾百姓，本地都恁连恁哩，当这个欧盟，佮先一个国家嘛，恁连恁哩，唯有伊你做一个蔡政府，你无你照顾百姓，佮做一个杂，给这个做一千倍，讲拢加起来，啊，莫非你蔡政府你食万能粉嘛，拢外紧就对啦，嘛无照顾百姓，啊，你照顾百姓，拢一个口号，啊，你讲像之前的这个一日一休。一日烧咱的这个做，不管是罗峰、珠峰，拢覆盖七龙八背，乱乱创。啊，你阵你搁徛第一线，徛出来反对。你阵你徛出来第一线吼，媒体咧甲你随甲你发布出去吼，真侪咱的乡亲甲官民讲，哎，咱的县长吼，实在嘛真有智慧，真有架势，敢为着乡亲，敢咱的蔡政府这个徛擂台。安尼，我直接林馆长，甲你安尼个赞啦！直接，那这点大家都讲到你，真正称赞啦，吼！啊，过这个做同性化车，这有用讲吼，这嘛用讲真正断断创啦，吼！啊，感谢咱的馆长，你的这个 idea 跟你的智慧啦，吼！谢谢啦，馆长，根本吼，这个蔡英文政府吼。伊这个农药标准加提高哦，这是有阴谋的啦！我跟你讲真的啦，各位咱这同仁哦，各位咱这去主管，咱的农药产度会提升哦，伊唔是要照顾咱本地的农药先进啦，唔是照顾咱台湾的农药的水果，伊根本唔是啦。伊若要照顾咱本地的农药先进的所种的水果吼，我跟你讲啦。咱目前咱台湾的水果吼、哦、是水果王，品质也好，农药也好，农庄更加上佳。大家唔知道，记得讲顶年无，咱台湾的咱南投发生一件吼、哦，咱的茶农药残毒，农庄是外国引进者，迄物件中到二顺啦，中央啊，你外国真正的物件吼，中央到国民上。中教讲要安怎来暗盘，所以就有阴谋的啦。伊就是要甲农药、甲咱的南投、甲咱的台湾的农民咧，啊，让伊感觉真欢喜。但是伊的问题物件，伊是要让引进进口的水果也好，进口的茶米也好，会用提高，安尼才会用食的啦。所以这是一个阴谋论啦，阴谋论啦，这是真正为着要第一块第二把，引到利润的一个做法啦。唔是真真正正的买来照顾咱的农民啦，所以馆长，这点问题吼、哦、真正严重呢。这农药吼零点零一，甲即卖发生2.0，这几倍呢？这0.01有当时啊吼，咱咧食了讲食济了后，就讲身躯无好，会着癌，就是农药残毒啊呢。哎，即卖佫甲提升遐尼高。所以你这吼，卫生局长吼，卫生局长吼，你这吼，啊，本席甲所有同仁的，你这拜托你，咱一定嘛爱呼吁着咱南投县，咱所有农友先进的，大家爱照过去迄个标准，爱照过去无良心来种菜、种水果，来互咱的百姓，啊来卖百姓，互因安全食用，唔通咧听着蔡英文政府讲提悬，伊就甲提悬。这是绝对唔对的啦，这是为着要脱离个人之私来提悬农药产毒啦。馆长，你我本席讲话，你就认同无？请你回答一下。谢谢。林县长做得好。好，谢谢潘议长。头拄我都提示啊，
往这农药残留提高，是不是另有目的呀、啊？就是你头先讲这啦，对不对？意思赶快嘛。啊，所以吼、哦，我讲吼、哦，即摆吼，这实在吼、哦，这个标准吼、哦，唔好提高啦，因为吼、哦，咱即摆咱要出口的吼、哦，都甲咱定甲遐尼严，外国定甲遐严，啊，结果外国要入来的水果，咱家己本身定甲遮宽，对无？迄是要让咱遮，咱的百姓食食身体健康有问题啊。所以像即摆这个一个真严重啊，过去咧炒这个辅导的食品啊，对无？就无咧炒店面啊，啥店面？遐物件拢入来，物件拢入来，已经哦嘛不爱炒啦，目达到目标啊，嘛免讲啥物辅导，这个辅导的食品袂使入来，大多拢入来，都改伊吼，因为辅导的那个核灾地区啊吼，拢莫创因的名落啊，因遐食品啊。拢用其他的管区的名，都拢抄拢入来。去年十月啊，台中市政府啊，这个议员都执行啊，已经拢入来了。咱的超市拢已经拢大家拢吃了。所以讲嘛，未赴啊啦。未赴啊。所以爱乱恁忙乱啦，我的目标已经达成啊啦，应该是安尼啦。是啦。所以伫这里吼，咱嘛要呼吁着咱卫生局吼，甲咱林馆长吼，咱不管伊要安怎做，你咱南投县的。咱的食，咱一定爱甲咱的全民、咱的百姓，甲因的食安，咱来甲顾好。唔通讲发生啥代志，咱再来讲这代志。咱这个食安是爱每一天、每一月，拢总爱定期来抽查，拢总一定爱持续来检查。唔通讲咧发生代志，甲短短两个月、三个月，日日过就好啊。这咱不管伊出的门，政府要安怎做，但是伫这里，咱南投县一定有南投县的标准啦吼。县长，你一定爱坚持这个问题。南投县一定有南投县的标准，一定要让咱南投县民所吃到的食品、所吃到的水果咧，拢总平安咧，拢总顺时安尼，好不好？好，好，感谢。谢谢，不好意思哈。其实食品的安全一直都是大家所关心的。在单位审查的时候，本席也提到过核灾食品的问题啊，在这里也提到我们食品安全的问题。我再请教一下局长，你认为说我们他蔡政府所提出的这个放宽这个标准，你认为？当然刚才你有阐述了，以你的专业，你当然不希望说这个数值是提高的嘛，哈。但是目前这样子的数值，你认为合不合理？对人体有没有影响？请黄局长作答。啊，谢谢副议长哈。那谢谢林议员，您关心这样的一个议题了哈。那当然，我还是重复一下，就是说任何外来的物质啊，哈，非食品的这些的，任何的化学物质来。对，进到我们人体里面，还是会增加我们人体的负担。那严重的话，还是会有致癌性，或者是其他影响到我们正常器官的运作了。所以说，任何外来的物质，我们是站在卫生还有健康的立场，我们是尽量把外来的物质把它降到最低。其实现在国人的健康，这也是卫生局所应该尽的一份责任哈。现在大家都知道，癌症的比例年龄层一直往下降。三个人之前是三个人一个，是不是？现在是几个人一个？现在要看看各种癌症的那个罹患的类别有不一样。像今年的话，大肠癌的罹患率是在我们十大癌症里面。所以大肠癌本身直接的就是跟我们吃进去的东西有关嘛，哈。当然是跟饮食的习惯，还有作息习惯等等，饮食的对这些都是息息相关的。其实很多在坊间一些民众他们。在网络上所传的一些讯息，真的让我们觉得说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啊？好，我们吃进去的东西，经过层层的再制成，真的我们不知道说什么东西可以吃。就连我们所看到的食物上所看到的东西，我们都不敢保证它的来源是干净的。更何况经过再制的东西，它这当中不晓得加进了。几道的程序，多少的东西进去？说实在的，消费者本身只有花钱去买到的是健康吗？我看不一定的哈，因为现在的癌症这么多，癌病的病患这么多，我相信跟我们除了我们的大环境之外，我相信跟我们吃进去的东西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在卫生局这边，我们没办法去要求说政府能够为我们做些什么了，哈啊，也希望说，但是我希望说，在我们当地，在我们南投县政府本身要有所作为，在食品的安全把关这方面能够加把劲，可不可以做得到？好，谢谢啊。加强食品的安全的稽查，加强我们的这个药量的这个掌控跟稽查，可以做得到吗？啊，包演可以。那食品安全最重要还是强调在源头管理的部分了哈。像我们南投县是有200多家的食品制造业，对这200多家的食品制造业，我们卫生局都有每年都会定期去检查。还有希望说，这除了定期的这一个机制之外，也能够随机的去查验这些食品工厂，因为毕竟我们只是被动的接收啊。希望说，尤其是在茶叶方面的药检，也希望说我们政府单位能够提出相关，这也是本席在之前的会议上有提出的。希望说政府能够用鼓励性质的帮助他们降低这个费用，这样子的话，我们才有办法去要求我们能够喝到干净、喝到清纯的、喝到没有农药残留的这些茶叶，好不好？好，谢谢。这部分我们会跟农业处来合作，因为前端的那个降低的这些希望说大家我们横向的沟通做好来，该怎么去协调，该怎么配合，该怎么顾虑到我们国人的县民的这些食品方面的健康，希望说我们一起努力，谢谢。好，谢谢。针对我们政府一直现在要放宽我们这个农药残留这个哈，真的是让我们百思不解哈。我请教我们的卫生局长，我们的肝癌死亡率在我们南投是排行第几？请黄局长作答。谢谢副议长哈，那谢谢邱议员您的指教哈。那我记得我们南投县的十大癌症里面，肝癌应该是排在第六位的样子。肝癌是排在第六吗？应该是在第六位或第四位。那第一咧？第一应该是肺部肿瘤的部分。是肺部肿瘤。那第二是什么？不好意思，我手上资料没有，不好意思。那他肝癌也是排列在十名内嘛，哈？是。那他这样的比例是算高还是低？算比例还算是高，因为据我所知，就如我们国姓乡好了，我就知道以肝癌死亡的那个案例是蛮多的哈。那其中我知道，我们3月15号公布要放宽蔬果农药残量标准啊，其中对肝肾会造成伤害的农药，其残留标准放宽。比2012年的4倍之多了哈，局长，这样你说对我们的这个肝脏、肝癌，这个你看它的比例会不会增高？当然是农药这个东西啦，跟我们一般的药物是不一样。我们一般人吃的那些药物的话，比如说我们吃感冒药或者是其他的降血药等等，它是有经过人体试验，对我们人体。这些药品的开发，它本来就是考量到我们身体的代谢，还有它的作用的功能。但是农药它的开发的话，它是针对对农作物里面这一些的真菌类或者是它的病虫害去做防治，所以说它开发的那种农药开发跟药品的开发，它们原来的目的是不太一样。那农药之所以我们会定最后的一个标准，是因为它必须使用在农产品、农作物上面的一个主要的目的，所以定定那个残留。但是这残留的话，定的高跟低，它真的是对我们身体的健康还是有关系的啦。会影响健康嘛？哈、那再来我要请教我们的农业处长，针对于他把这个残留量那个提高，那我们农业处这边有什么对策？请农业处长回答。请陈处长作答。谢谢大会主席副议长，谢谢邱议员对整个农药残留的部分的一个指正，跟议员报告。目前的话，如果是从源头的一个管理，刚刚县长特别提到，我们想从之前的一个食安风暴，我们县内的农友对整个食品的把关都非常的重视，所以会去加强自我本身在农药的释放上面去做好严格的一个标准。那尤其是我们现在朝友善耕作的方式来做努力，尽量就是减少不要去施用农药。所以刚刚在提到如何去落实
从源头上面去减少农药的这个残留。那尤其在农产品，如果说它今天透过加工的话，也会透过这个我们国内这个 SGS 的一个相关验证单位的一个检核的标准，希望能够提供给消费者或者是厂商，他们在购买这个产品的当下，他能够知道说咱农药所生产的这类农产品，它都是符合安全用料的一个标准。想我知道处长他对你对这方面的用心然、啊、后那我们是农业大县，我也期盼说处长对这方面能够更严谨的把关，让不仅是就是保卫护卫我们南投县民的健康，那其实更是保障我们南投县民的农特产品的输出，所以谢谢处长。他都好都要拜听到馆长特别提起讲，这个日本的和安食品哦，已经日本台湾真久啊哈。其实我个人甚感忧心呐哈。咱台湾人讲起来真健忘哦，惊讲这物件真诶，咱也无搁提醒，也是无讲搁叮咛类，哦，是不是咱的民众会很容易忘记哦，就来买哦。所以我伫咱伫母亲节前夕，我印象咱的南投县的妇女会跟我们的立委哦，他们特别为了食安跟和安的问题哦，特别在南投市区做游行哦。我是感觉呢，这种做法是非常的好。我们是不是能够常态性的哈？好，只要被请告换卫生局长还是我们农业处这边，是不是我们能够筹措一笔经费？找常态性的，在一个在重要的季节或什么的一个时间点啊，使用一个区段性，来做针对食安啊，包括这些剂量的一种宣导，啊是讲核安食品、核灾食品呢，咱大家要注意的所在，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无？啊无吼，物件拢入来啊，另外一两个月过，大家唔知。其实你标示底下，一般的民众像你这吼、個，你标示到十，一般的民众我相信伊嘛未清楚啦。哦，啊，这点的新闻是不是请卫生局、卫生局长，你先做答复啦。啊，农业处长，啊，等一下你们，我再请你回答。那请农局长做答复。啊，谢谢副议长哈，那谢谢萧议员您的建议啦。这民众的那个食的安全的教育很重要哈，所以说我们会利用各个场合的部分，我们来告诉民众如何去选择啊进口的一个食品了哈。那因为按照规定的话，食品一定都是在它的外包装里，外面一定要贴啊加贴中文的标示了哈。比如说有一些的进口食品，它都必须有一些的原产地等等哈、成分等等哈，这部分我们家常来宣导民众去辨识了。那另外在我们卫生局所的作为的部分，我们还是会要求我们十三乡镇卫生所的同仁，我们食品科的同仁会加强稽查，为民众来把关，尤其是在刚刚所提到进口食品的部分。那另外也跟萧议员报告，我们也透过中台湾治理平台的部分，因为上一次有议员提到，就是说我们自己是不是要买一部的那个对于放射能或原子层的这一些的检验仪器了哈。那我们已经达成共识，我们跟台中市卫生局有合作，他们现在有买一部的仪器，不过这一切真的是蛮贵的了哈。啊，我们发现有可疑的部分，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联系管道，把这个东西抽验送到台中市卫生局，请他来协助帮我们检验。大概这一部分就是在检验，然后在外观的部分外观标示的检查部分，我们要求我们最近我们才训练我们的卫生稽查的同仁，对于这些进口食品要特别去稽查，透过外观的稽查，还有它原产地的固有记号的部分，要怎么去做勾记，这部分我们都是加强在训练的，希望能够对这些核灾的食品能够加把关来管控。局长，其实呢，咱一般像这个水果这些、個、哈、哦，你讲有标以进口入来的水果，以及比如即摆已经放宽到木瓜较赞嘛，它也是照这样，它的农药残留量，比如到酒，其实一般的民众嘛未清楚酒是到底、這個。跟较早是差偌济，啊，我即摆是要了解讲，像这种我比如这种情形的话，我们卫生局这边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的民众在买这个水果的时候可以知道说，哎，以前才0.01，啊，现在是9，
刚好这个可能吗？跟议员报告哈，这是有一点困难，是因为这些水果哈，它在按照现在的现行法令里面，它没有要求它在外面能必须要标示它农药的残留量，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定了、所以说农民我们一般的消费者跟在采购的时候没有办法透过它的外观外包装的标示哈、来辨别。不过刚刚议员提到呢，那个从0.01或者是提升到2 ppm 的这部分了、这部分我要做一个解释了哈。0.01那个部分应该叫做以原来的卫福部他的解释是0.01的检测值是检验一次检验仪器的最低的检验的限值啦，那也代表是零检出的意思，就是不能够有残留的意思。所以说从0.01 ppm 推到2.0 ppm， 一般我们民众大概就误解是说哇这样子是提升200倍，但是正确的解释是说0.01的代表的意思是零检出，就不能检出的意思，但是它是用科学的那种检验的数据来代表是用0.01。所以说行政院他们那时候也做一个发布新闻稿去解释这样子，不能从0.01去回推到2 ppm， 那产生是200倍的差距，正确讲是0.01是零检出的意思啦，是这样子。局长，那样照你讲的意思，如果他们放宽这种到这个程度的话，其实我们人在使用以后有对身体有影响吗？基本上我还是重复一次了哈，大概就是外来的物资的话，尤其是这些，因为有那个农药它的组成的成分，大概以前大概很多都是有机磷或者是防氨剂之类的，有一些的化学，它基本上农药还是以化学成分为主，但是这些化学成分进到我们人体，会增加我们肝脏的代谢，甚至影响到我们的肾脏，在过量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们的神经系统，这是真，如果是过量的话，真的是还是对我们人体有害。安尼实在讲起嘛，是真的，我们自己的县民哦，为了自己健康，还是要自求多福了，哦，是不是？因为农会处这边呢，农会处这边有什么看法呢？处长，哎，请陈处长坐台。谢谢大会主席会长。感谢黄爷，那个小爷，讲对哈，这个部分我一般在农业处这边的角色，我们希望在透过各农会跟产销办的一个体系，会加强对整个农友在生产的这个过程当中去加强用药安全的一个讲习。那因为这个里面应该分成两个层面，其实公单对来，就是从生产端的部分，我想现在农友他这个意识都抬头，希望能够提供给咱的消费者吃到是安心健康的这个食品。但是刚刚包括洪议员特别提到，假设这个容许量的标准值放宽，它有可能是不是未来有可能是国外进口？所以在去年跟前年，对不起，有针对这个茶叶的这个农药残留风暴，所以咱本身农友他对这个部分都会去提高警觉，针对讲伊的行政规定，包括在用药的安全，伊家己本身嘛是有滴石油啊，所以对自己本身的健康，他也会特别留意，甚至所生产的产品，我们都希望能够做好这个田间哈，在田间的生产过程里面去加强把关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好，谢谢处长哦。啊，那刚刚讲的是讲马湖苑的县民哈、爱用我们自己的国货了哈、是啊，希望在原土的时候，我们透过农卫的系统来要求我们农友安全用药啊，保障我们国人的身体健康。我想这个部分就要满处长这边哈、多多费心啦、也跟在座各位议员补充哈、当然现阶段我们也在推所谓的一个产地标章跟食品安全的标章的认证。那所以一般的消费者，他从这个之前的食安风暴之后，对公一滴酸的这类商品跟农产品的时候，只要今天他是有经过吉原谱或者是台湾这个良好规范的这个标章，甚至单静脉 QR code 标章的这个认证，它其实就是代表它有经过这个农药残留安全帮替咱做几个把关了。所以如果我们也呼吁这个消费者在购买这些食品的当下，可以以这个部分来当做一个餐具。好，谢谢处长啊。其实我嘛了解讲，今天咱农业处这边哦，包括农委会这里对我们食品安全的关心哦。有很多个环节都有做一些很好的标示，我包括那个货源的来源呐、跟像刚刚处长讲的，它的药检的程度，其实在拍卖市场都会留下记录。
啊嘛，今天就这个机会哦，希望说真的，我们还是爱用国货啦哈、哦，啊，注意注重自己身体的健康，好、哦，谢谢大家，谢谢。好，那谢谢施院长。请各位就坐，请主席宣布继续开会。啊，继续开会。啊，请检视胜利员。啊，主席。啊，今日哦，我看到咱即组咱这议员吼、哦，对着民进党政府吼、哦，对咱南投县吼，啊，真正嘛特别疼惜啊啦吼，疼惜到大人拢无啦。哦，馆长。啊，我嘛感觉吼、哦。嘛，伫只要求咱卫生局长，咱拄仔讨论食安的问题吼，确实你爱认真落去甲把关的好势吼。馆长你嘛有闲吼，我嘛希望你去超级市场吼，偷偷去看嘛咧吼。该注意的代志你偷偷去看嘛，看咱的卫生局长做了好嘛，做了无好谁叫伊落台啊？好无？啊，咱今日拢有咧甲恁讲啊吼，对咱这食安的问题吼，咱南投县吼，咱这县民非常的重视吼，咱这议员嘛非常的重视。过来的馆长，咱南投县所有交通哦，上无方便嘛是咱南投县呐，铁路嘛无啦，好你家在家的高速公路经过咱遮尔。啊，我拄啊本身有伫遮咧讲吼，是毋是讲咱的高铁捷运吼，啊是南投的捷迄、那个台中的捷运，拢通来甲咱草屯，上届无爱通来草屯甲南投市啊，这是咱交通的便利较要紧。真侪人要去高铁的吼，拜六礼拜要去高铁坐高铁，要休假要转的时阵哦，规条高速公路塞车塞到呢，这嘛是上大的问题啦。你馆长你应该知吧？伫咱这个武峰甲咱南投这段路吼，塞车塞上严重的，是不是讲我来拜六馆长吼？咱有咱的骨气啦，咱该争取嘛去也争取啦，吼啊咱的。捷运方面吼、哦，确实爱甲摊较草屯啦，即路线拢有啊。即条捷运我本身所了解是摊较中兴啦。哦，馆长有啊，请馆长。好，请县长回答。目前是有听在讲吼，啊，但是是不是能不能定案啊？
这个还是未知数啦。因为这个对武方啊，节目严格咱超短南岛哈、哦。当时我在做李伟的时候，我嘛有些景气哈。那、啊、但是那个哈、哦，将来那个配合款呐、啊、哈、哦，如果是说中央全部负担的话哈、哦，那是没有什么问题。啊，如果咱县政府买负担配合款哦，那个数目哈、哦、是相当的惊人呐、啊。啊，想不来，哎，想不来上百亿以上的配合款啊，啊所以哦，所以那个我们是哦，听一听啦、啊，啊，能够做，我们是最欢迎了、啊。是啊，绝对嘛是爱做啦，吼、哦，嘛不是讲咱听听的啦，吼、哦，咱我希望讲哦，咱南投县民嘛拢感受到啊，民进党政府对咱的好甲歹，吼、哦，咱今早邓侯爷选票，咱拄啊议员嘛拢有讲啦，吼、哦，今早邓侯爷和民进党政府蔡政府的时阵，吼、哦。的选票对咱南投国民好啊，歹吼，嘛即届后悔吼、哦，我希望讲咱诶蔡政府看咱即届大家拢直接遮欢迎遮激烈吼、哦，真正爱伊家己嘛爱思考啊。啊，你来讲诶，是毋是讲咱中央方面吼，会使全款甲咱用无？因为咱南投县较散伊个干，我希望讲吼，咱南投县较散，互伊来公正咱较散，用全款来甲咱用上好啦。各位做会到吼，我希望讲吼，不分男女啦，只要对咱地方有利的工课吼，我希望管理有当时啊，咱嘛该甲中央讨的吼，咱嘛去啊努力去啊讨转来，讨有讨无咧，成绩单拢给大家看了。哦，甲管理你同款啦，你今日咱地方建设遐尼啊多，做遐尼啊多，阮草屯地面拢看有着。而且我做议员，我讲一句公道话啦吼，草屯点啊加嘛，你方向济啦。哦啊，相信讲你无分男女啦，阮草屯镇长嘛是民进党的啦，啊你是国民党的啦，阮草屯镇敢有开上少无啊，嘛是你开上济啊，即我是，阮拢知影，所以我今日议会顶中甲县长讲，你的作风，我算是没有党籍，我嘛是请恁爸的啦，哦啊我是感觉你做得好，阮大家爱来学咯，啊唔过咧，为了阮草屯镇民，为了咱岛国民的。你嘛是爱向中央讨，吼、哦，咱无比人搁较细汉啦，对吧？你嘛是阮南投县民来选出来县长咧，所以讲你代表着阮去中央讨这条渠道啊，上届无啦，捷运爱甲拍互通啦，绝对爱拍互通，咱南投县的观光伫你带领之下，才有可能会发展。你上重视观光的啦。对吧？你嘛是希望讲，予咱老国民会用过较好的、上好、幸福指数上悬的，嘛是来讲，你嘛想，大家拢出去嘛听人来嫌你的，但嘛学罗你啦。啊，不过咧，做好做歹，阮心内相当有一把尺。你说做了好，所以你做了好的县长，你代表南投国民去啊中央讨钱袋，嘛有建设同款啦。恁较早的定位，较早的定位，定位啥？路拢重小细条啊，尔以后咧，你冇再有定位。我希望讲你定位就定位大条路出来，地方才会发展啊。像台中七期的安尼啊，阮草屯即摆咧定位，路拢小细条啊，尔这些定位啥？南大关上老街嘛，草屯镇。有当时要定位时，我希望县长你个介入，唔是讲地方会定量讲就算。你来看，你为了南大关咧。真侪代志拢需要你来一引吼，去甲知影一下吼，莫讲放互人去啊，伫遐咧舞吼。你好，我过来咧延续咱的大基议员，你讲这个吼，咱即摆即个咱南投县对外交通会用讲真正不方便啦吼，会当讲做这个做铁路啊，甲捷运车吼，这个高铁甲捷运车来个前后有你来个争取啊，县长。你的认真，你的打拼，大家拢看得到。你只要来率领咱这议员，这拢会甲你去哩。甚至咱这立委吼，啊，咱这拢会甲你去哩。吼啊，和咱的南投县内的这个交通，和做较更加便利，和咱的南投县的这个交通有感，和咱的生活当提升吼。这是咱请咱县长吼做一个计划，啊，阮拢会听你，嘛，甲你去哩北部。去甲小英，你去甲，无你嘛，县长哦，你不去甲小英家兄无，家会着无？
我连要见面无简单啦、啊。不简单吼、哦，啊，小英恁咧讲千杯都无影嘛，哎、啊，你嘛姓高名朱台嘛，讲千杯，千在哪里？杯在哪里？千杯，你好，一个真正诶，所以讲你讲不分男女哪不分男女，拢讲拢安尼甲你吩咐到这么明吼，啊，请馆长吼，啊，这咱啊迄个再开个。开好啊！甲伊照照一下，那个讨经费啊，无真正呢，无南投县三甲呢，无来甲咱建设一下，吼、哦、啊！佫真侪乡亲真侪都唔知呢，拢要个贵阳火矿的公民兵派遣入建国火光灿烂呢。啊，看啊，真正是到底是贵阳火还是公民兵？咱大家来去台北个那个看好详细啦吼。啊，佫拄则咱大企业你讲中卫这啦吼，中卫这我是讲吼，馆长哦。咱这重话这探讨真久啊吼，伫咱这个做内立者吼，咱甘里站附近这个农地啊吼，这嘛需要那个好好个那个规划那个重话大型土木一个。咱的计划甲美国的计划拢无共，咱先进的国家都无共。像阮顶个咧，像阮威华呢吼，甲大企业家有去哦做美国去个。企业甲厝建甲学习，因的计划甲咱拢无共，人因拢先定位好势，计划好势，自然人潮就入来，啊，有人潮就钱潮。但是咱若讲电脑兵，咱若爱讲先变高款，人有够无？怎么来计划安尼唔对？咱爱反向操作，先计划，你若别装，像咱这英德高庄遐，这先啊人差甲遮好，迄一栋厝6000万人嘛买呢。你现在起起来，自然都进步起来嘛。哦，我是讲，这个做咱的甘美站附近这带来咱地区这好啊，那个规划那个定位吼。馆长你有什么计划新的这 idea 哦？请馆长答复一下吧。相信呐、啊，咱的定位吼、哦，是要和咱的这个道路系统啊，这地方的机能发展上好一个方式啦、啊。所以啊，这摆吼要定位啊。第一就是讲吼，即个地主要有愿意，吼有愿意才袂造成讲吼即个抗争的现象。我相信吼，生意人你嘛知影，咱内立遐顶会嘛要办一个重会，对吧？啊，因为即分土地问题啊，产生到拢来抗争吼，啊，感觉这个案就无无法度办。馆长，我伫遮给你做一个报告啦吼，阮内立人吼嘛是买啦，重会嘛买，哎，主要就是咱的朝廷的时代吼，迄阵啊就是讲做要肃了啦，肃了就是咱官方人啊地主事，安尼是这点较无合理啦。那伫咱这个中华方面，人迄定位拢是五五，啊，咱来操作五五的这个方针来进行，阮的地主相信嘛真正赞同啦，造福地方，啊，你身为一个官老爷来为地方来谋福祉，这嘛是你应该做的这个方针吼，而且。馆长，这个列入你的重要的这个做事情呢吼，安尼你看呐？哦，这个案吼，咱再阁继续来探讨啦。吼、哦，啊，看会有法度讲吼，大家企图共识安尼吼来推动，因为这也做起来吼、哦，对咱地方的帮助，甲发展过程帮助真大。哦，这点要赶紧来个进行啦，啊，阁这个做咱这个中兴路下水道这卖赶紧啦，无啊，请咧。这两天落雨，阮内底人都烦恼到困袂去了吼。这请馆长来甲重视一下，重视路下水道这个吼。下水道这个问题是毋是请咱的陈处长吼来报告一下吼？因为这可能目前有卡到中央的经费补助的问题。安尼请馆长来，无咱处长在了，安那馆长你请这个。请处长回答。我们谢谢我们大会主席洪议员以及感谢曾议员的指教哈。中兴新村的那个下水道大概分两种了，一个是营建署补助的下水道，一个是水利署的那个中兴分洪，两个不太一样。啊，营建署的下水道，我们现在在用地办理用地的处理也程序了。啊，另外水利署的部分，因为水利署他要把整个工程费收回，所以那一部分会取消。我们现在只做那个营建署补助的中兴下水道。哦，来感谢咱的处长啊，处理请坐。这件代志，请赶紧来速办理啦吼。啊，咱来创啥？阮当地里长甲我新的议员拢绝对会配合啦吼。时间当中拄到难度安尼吼，医生，谢谢。馆长吼，咱头段迄个阿杨讲的吼，真正有道理啦。
伫迄、那个奶奶遐吼，即马就是讲，所有的百姓吼，像阿杨讲的，拢爱一个中会啦。啊，这中会那是吼，我都开始搁探讨一个，就开始重新规划。目前吼，伫碧沟也是同款，他在那里是先有规划出来，然后人自然而然会进来。澳洲嘛同款啊，澳洲嘛同款。他那一片通通都是先规划好，人口数才慢慢地摆。澳洲的人口数啊，台湾差不多赶快啊，2300万人口左右呢。可是他是怎么样子？他是一步一步一步，一起这样规划下去，不是说等人口数到遐才重新规划。到遐的时阵，你都迄、那个路都一定安尼啊，你哪有可能叫伊走？无可能叫伊走的。所以一定是说先把这个东西先规划好之后，人再进来，哦。县长，请你答复一下，我们是不是重新探讨，在所有的全盘都市通盘检讨的地方，通通的检讨一下？因为你现在是50年前的通盘检讨哦，你现在检讨都是50年前的，现在已经不符合现在的要求了，哦，请你回答一下。请县长回答。好，谢谢洪议员哦。那么现在，咱针对哦公共设施方面的都市计划要变更哦，就要的通盘检讨。那么至于啊，咱整个镇啊，就咱的中心新村的都市计划，中心县主要是咱省政府拟定的哦，所以要透过省政府来通盘检讨。啊，咱这通盘检讨啊，就是每5年可以办一次啊，啊，短的话至少2年也可以办。啊，所以只要要发展新都市发展哦，一定是要透过通盘检讨来检讨。对哦，啊，基本上有多好五年，多好几年啊，系啊。哎啊，所以基本上哦，就在中心新村啊。这个都市计划哦，是省府拟定的哦，所以要透过。不是，我讲奶奶那边啊，某一点人。奶奶，我再请是不是？我请建设处长看较清楚。奶奶要是属南投市的都市计划是属东中心新村，啊，属南投市都市计划吼，就要请南投市公所吼，所以满也通盘检讨2年，满2年之后就可以检讨。啊，咱检讨哦，就是讲。尤其啊，即摆吼要都市计划通盘要检讨要变更啊，是非常不容易啊。因为你像南投市吼、哦，你要搁增加住宅区吼、哦，就原来住宅区啊，新建有达到80%啊，现在当搁增加住宅区。为什么我讲这吼、個？因为吼、哦，即摆都是来讲讲，即摆吼我们南投县啊，观光大县，但是啊，真的是无饭店，嘛无新的住宅区啊，吼、哦。都是古为嘛，安尼少年人要安尼回来，所以我是讲，你增加这些都市计划、都市规划、通盘检讨，整个南投县对你的绩效是非常有加分的。好、哦，县长请坐。目前呢，我们针对哦，在通盘检讨这一块，特别在我观光区啊，现在很多业者希望来我们南投设立民宿啊，可是尤其是八卦山上，现在八卦山上像设民宿，可是没办法。有一部分的区域是没办法的，可是呢，你既然没办法设立民宿，又要人家来观光，那你说人家来这一下他就回去了，那你这么怎么样接受抵押短怎么样消费？我们消费能力就没了。所以我请问一下王元忠王处长哈、哦，在于八卦山的风景区啊、哦，这个山上风景区这个地方，我们要怎么样解决目前呢、啊、没有办法盖民宿这个方案？就交由王处长，请处长回答。好啊，谢谢主席洪议员哈、哦，那谢谢张议员关心有关于八卦山地区哈、哦，那设民宿的问题哈、哦，那的确像张议员所讲的哈、哦，在八卦山地区就是山上市里哈、哦，那山上风景区管理处的范围并没有全部涵盖哈、哦，所以在它的范围之外，就现在设民宿就会受到一个阻碍了哈、哦。那目前以我们看山上市里哈、哦，整个旅游条件的成熟哈、哦，那需求已经跑出来哈、哦。那对于游客来讲，如果说能够有更多的地方能够来设民宿，那对于观光旅游以及地方经济是绝对有帮助。我想这个方向是一个正确的哈。那就怎么去改善现在在山上风景区范围之外来设民宿哈？
那我个人是有一个想法哈，就是我们现在在埔里虎头山呢，我们已经申请一个县级风景区哈，那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那也应该在最近就会准下来了哈。那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来比照这样一个模式哈，在山上市里哈的，在山山的范围之外哈，甚至可以延伸到部分的民间乡哈，来划设另外一个县级风景区了哈，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那这个也是符合现在县长在推动观光，那要成立风管所哈，啊，风管所成立之后，它的组织也提升了，那人力也加强哈，那对风景区的这样一个管理，应该是可以更符合我们南投整个这个观光发展的一个方向哈，所以是不是我们来思考在山上来设计一个县级风景区？我想这是我们可以来解决这样一个困难的一个方式。这个非常好的方案哦，王处长，我希望能够尽快进行哦，因为在于整个从高铁彰化高铁站来的游客，它变成形成一个观光带状，从整个民间乡上来到八卦山。对不对？他那里能够住宿，住下来之后，等于是两天一日游或三天两日游，都可以在那行程的。现在目前没有任何住宿的任何的房舍在那里，所以因此你从民间乡整个包括在里面变成一个风景区，然后再来一个八卦山，也包括整个就是三山国家公园目前缺乏地区，也把它划成风景区，整个区域都变成一个观光带状。以后这个区块会变成非常大型的。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每个礼拜六礼拜日游客都一定在这围着山丘那里，这个已经自然形成了。可是问题是它现在摊放在那里，然后又是停车在那里，非常的不方便。所以这当到时候化成风景区的时候，同样也要考虑到停车安全、停车问题、脚踏车的问题哦，因为你有观光风景区，你一定有脚踏车嘛，对不对？脚踏车要怎么样行驶，这个部分都要考虑进去。所以我希望整体把这个整个风景区的地方先把它规划起来之后，然后把民宿这个区块加进去，让山上人都可以能够来盖民宿，哦，让整个地方都繁荣起来，他就可以在那消费，消费他才能够过夜，消费之后甚至在游泳池的地方也能够让他增设游泳池。因为你知道一个地方你要去那个地方，很多小朋友都喜欢玩水，所以你那有这种机会能够建置游泳池、民宿、大型的这个区域在那里，自然而然人就人潮就来了，好不好？好，哦，好，谢谢，坐。谢谢啊，请林龙议员发言。谢谢我们的大会主席、我们的洪议员、本会秘书长啊、县长、副县长、各局处长啊，以及各位辛苦的媒体记者，还有我们各位这一组的好朋同议员同事啊、乡亲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哈。在这里我想探讨的一个议题，就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一个空气品质的一个问题。其实曾几何时啦，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面，我本身是埔里长大的一个埔里人哈。在我们以前的环境，溪水很清澈，那个随便都可以捞到鱼呀、虾啊，什么都有。但是现在整个环境改变了，不单单只是我们的空气品质，还有在不管不得用药也好，使我们的环境改变也好哈，其实跟我们都是切身的一个问题，息息相关的一个问题哈，所以在这里为了我们的健康，我们要来正视一下我们的空气品质。其实像现在每天从埔里出来，这一路上可以感觉到的就是我们的天空都灰蒙蒙的。以前我可以看到白云，可以看到很漂亮的山峦，但是这一阵子都看不到了，看到的只是灰蒙蒙的一片，不知道那是雾还是霾哈，真的都搞不清楚了。在这里其实数据会说话哈，在我们以前我们所讲的南投县我们认为的埔里镇啊，一直都以好山好水好环境好空气来自诩引以为傲的，所以说是一个非常适合人类居住的一个地方，我们曾经是这么自诩的。但是曾几何时，我们已经跟上了云林斗六
高雄左营在比我们 PM 2.5 的浓度，其实在埔里是一个属于盆地型的一个地形哈。其实随着我们的西部的这些气流进来，火力发电厂，还有一些外来的因素的影响，不管说它的到最后的研究对我们人体的伤害有多大，还是说它的污染源是怎么影响我们的，其实说都有待研究。但是在这几年来，埔里的一些妈妈们，她们深深的能够感觉到我们的空气品质真的在变了，所以他们自主性的组成了一个自救会，空污品质的自救会，希望说用他们一点点的力量，能够让公部门，能够让政府重视这个区块，重视我们所每天要呼吸的这些空气哈。大家都知道，就像我早上所提到的，癌症的比例年龄层一直往下降，身边可以听得到的就是一些癌症患者。其实这在显示的就是除了我们的吃的这些问题，还有我们吸进去的我们空气品质的问题哈。PM 2.5 哈，大家我相信都会有一些些的了解，就是它的一个悬浮微粒对我们人体的一个伤害其实是它细到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肺部、我们的血管，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们的心脏病患者、我们的肺癌的患者会提升，或许这个跟这个是有直接间接的关系。在我们106年3月12号，在环保署这边有一个空气品质的监测网站有发布，全台60个的监测空气品质的这些指数。我们在图上可以看得到的就是南投县有3个监测站，埔里、南投、竹山的空污水平其实已经达到了对于一些呼吸敏感、比较敏感的这些族群已经造成了一个不良的橘色警戒的这个影响了。所以我希望说我们政府单位要来关心这个议题。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所分布的这个图，就是我们全台湾省所分布的这些监测站所监测下来的一些数据哈。大家可以看得到的就是说在统计上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南投县在2016年度的 PM 2.5 的细选为例哈，是24.3微克，居于全国的排名第10名。但是相较于我们去年呢、前年度27.8是好了一点点哈，但是这也证明说我们的空污改善的情况还是不足的，还是有很多努力的空间呢哈。在这里哈，三个，其实它这个也有以美国分级的一个标准，对于空气品质的一个标准，以100的这个数据来讲的话哈，其实这已经是不是已经是一个橘色的一个标准，对于我们人体是有相当的危害的哈。在这一个在下面在下一个的图示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在这个图示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在我们的监测站的空气品质的指数，监测站有分为南投、埔里、竹山。南投的从1月份到4月份的监测结果是有53天，埔里是60天，那么竹山是82天。这在显示的橘色就代表对我们有的呼吸道有影响的这个天数，所以说这个数据所显示出来的就是我们的空气品质。我不知道说在这方面看了这些数据之后，我们我请教一下我们环保局的方局长，对于我们南投县的空气环境如此的恶劣在这里想请教，对于我们空气污染的改善，我们今年是不是有更好的计划？
请局长回答。其实大自然的环境我们没办法去改变它，但是我们对于一些境外的污染，对于一些我们应该可以着手去计划，可以着手去做，可以去改善，让我们的空气品质更好一些。请问局长。谢谢大会主席洪议员跟林议员的指教。那我想最主要我们南投县的部分大概是地形跟那个整个的跟那个风速啦，或者是一些跟季节有一点关系的。其实很多的 data 都可以显现出来，其实都在冬季的时候它的空气品质特别不好。哦，那我想最主要我们也跟中兴大学做过合作跟研究啊，它最主要的来源大概我们60%以上都来自于境外移入啊。所以以这样的数据来讲，那我们，你刚问我们怎么做，我们当地的污染源我们大概完全能够控制了。哦，以埔里大埔里地区啊，它有多少的工厂，它有多少的移动源，它有多少的那个露天燃烧，其实我们能控制。然后对于整个比如说国道六号的整个移动源的污染，其实还是透过中央的力量大家一起来做了。所以你问我我们今年有什么样的计划，我们对于所有的工厂跟所有的营建工地的污染，还有所有的汽机车的检测，其实都有相关的计划在执行。所以去年整个总的 AQI 的那个指数来讲，其实今年比去年更好的。对，有更好了一点嘛，哈，这也就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成果。希望说在这方面我们能够加把劲哈。其实在县府这边也有启动所谓的空气污染的减量工作小组嘛，哈。对。那它的成效怎么样？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很感谢，认为我们很感谢各单位哦。比如说像民政处也帮忙了，在寺庙的减量燃烧啊，哦，农业处也帮忙在有关农地的一些路染的部分，也一起要求人那个农民的燃烧稻草啊等等，其实要各单位一起来合作。所以在减量小组的工作会议里面，其实也承蒙县长的支持啊，各单位也一起来努力啊。其实啊，除了大力的宣导之外了哈，我们的检测工作也做得蛮落实的，所以才会有从数字上的显示，我们是空气品质是比之前还要好一点嘛，哈，这是值得嘉许的。但是一定要继续努力的持续下去，哈。其实在于说我们的空气品质的这一个区块，也希望说落实宣导，加强宣导。比如说寺庙有固定的每年的一个活动，还是说他们寺庙本身有一个集会，也希望说我们环保局这边能够积极的去参与，能够对于这方面能够加强的去宣导。我相信我们的焚烧金纸减量，还有我们的南宫修香啦哈，对于那些能够减量的话，我相信许多寺庙都已经在做了，而且做得蛮好的哈。所以这个可以继续的加强来推展我相信持之以恒的话可以看，一定可以看得到成效的。还有在这里哈，好，局长请坐哈，我再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县长好了啦，我就叫孟条例耶。好，请教一下县长哈，对于我们行政院在4月份有提出一个空气污染的防治策略，民间也政府跟台电也加上民间的投资其实投资了蛮多的钱啦哈，2150亿来救空污。其实政府也有在注意这个区块，因为地球只有一个哈，大家都要呼吸都用得到的东西啦哈。在这里我想请教一下县长，对于我们南投的空污有什么看法，你觉得呢？请县长。请县长回答。好，谢谢洪议员哈。那么林议员呢关心啊，那个埔里地区包括整个南投县的地区的空污的问题啊。那么最主要的，我们南投县有两个区域啊，这个 PM 呢，有当时还会超标2.5啊，就是南竹山跟南埔里啊。那么为什么这两个乡镇会有这个超过2.5的原因呢？主要的就是，但基本上台中火力发电厂哦，如果能够降低它的燃烧量，我相信我们空气品质一定会。我们能不能要求他们？
可以要求啊。比如说，鼓励他们使用，现在、哦、一些比较环保的一些燃料，不要使用生煤。现在环保局哈、哦、有在叫哈、哦、专家的研测哈、哦，到底啊咱埔里地区的这个空气的品质哈、哦、是对哪造成的哈、哦？啊，如果那些数据啊，当然确定啊，是台中火力发电厂啊。我想这个我们就可以来立即啊力争哈、哦，基本上民进党政府啊，我们就觉得说、哦、核能不用了，啊核能不用，啊又没有替代的方案啊，只有个可能燃烧煤，哦，就水电量也无搞得煤的量愈烧愈大，啊像竹山就是6000，啊、就是、说这两个地区啊。啊，这个所以才会这些境外的污染才会造成说我们南投、我们竹山、我们埔里的空气品质的影响嘛，哈。对。所以说这个可以透过我们中央的力量啊、来做反应，希望说他们能够重视啊、我们南投地区的这些民众的健康能够有所考量。其实政府在这一个区块也投进了对于我们清净空污的这个行动啊，哈。有做了14项的其实有去分析有分为固定的污染源跟移动的污染源，其实在这方面他们也都有在做，也投入了相当的预算在这里面。除了民间之外，最重要的还是政府的这些资金预算。其实在本县等，其实哈、哦、一个空气的好坏啦哈、哦，对我们的一些大型的车辆，还有汽车排出来的这些废气，在都有影响。据我所知哈，在我们本县呐、啊，等到太旧的淘汰的这些二行程的机车还有不少哈。其实可以有相关的配套措施，鼓励这些民众能够来汰换这些对于这方面，不晓得县长了不了解说我们本县对这些汰换二行程的这些汽机车有什么奖励的办法这个部分好像我们县政府方面呢、啊、这边好像是很少去参与，因为这个改机车的那个好就是好像是我们监理站啊在配合哈、哦、这一方面我们县政府就比较没有去了解所以其实可以，所以他淘换了、啊、淘换机车这个哈、哦，淘旧换新啊，这个好像是中央的一个政策啊，现在要怎么样在推动哈、哦？因为中央的一个政策应该要连贯，应该要连结地方，不管是连结地方的资源也好，人力资源也好哈、哦，这样子同步下去做，我相信成效会更好一点哈、哦。其实现在哈、哦、燃烧这个物质哈、哦，其实像寺庙方面呢、啊，他们都有非常配合啊。你像主兰宫哦，因为金砖哈，因拢烧的哈、哦，上去的台中五日啊，还有焚化炉去要焚烧掉的啊，所以他们本身哈、哦，在主兰宫没有再烧哈、哦，这个纸张、哦。其实这个一些宗教的仪式，只是对于说我们心灵的一个寄托，还有对于我们对神明的这些敬仰敬畏之心哈、哦，其实可以透过宣导，让他们能够除了这个之外，也能够兼顾我们环保的这一个议题哈、哦。毕竟为了地球只有一个，为了我们的子子孙孙，这些事情我们都应该来做的。其实在这里也建议我们县政府，建议县长哈，为了我们的空气品质，其实哈很多的车辆我们可以去用电动车，可以减少一些污染源，可以减少这个二氧化碳的这些废气的排废量。我相信这个慢慢可以研究来做的，好不好？好，其实很多的数据凸显了哈，就是希望说我们能够尽快的改善我们南投县的空气品质，其实这个有待于大家的努力了哈。希望我们南投县真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好山、好水、好人情、好风景，好不好？谢谢，谢谢县长，请坐。请张正理发言。我叫咱这里要做卫生局长了哈，咱卫生局长我请教哈，咱南投市民间乡的，尤其咱民间乡的哈，什么神就不使拜。哦，我呢，什么神不用拜，我请教你。请局长回答。哦，行了。
一目环保局长，咱这民间乡什么形象者啊？明白啊？请局长回答。谢谢大会主席。即马增援的意思是好心。民间乡诶，什么形象者啊？明白。好心好心啊！好心吼，我甲你讲啦吼，环保局长，咱这民间乡啊吼，数十年以来拢这个好心阳光困扰真正大啦吼。啊，你有啥物好诶？即个 ID 哦，有法度甲解决即个问题。我来见特别去民间乡咧吼，去个呢，安尼迄个乡亲真侪的反应。啊，尤其也请人去诶时吼，你捌去参加人去演过环芒达无？环芒达呢，入面过几啊关呢，拢全好心对住我来。啊，伊诶汽水管啊，空嘴一输安尼啊，钱头刀钱无啥会落，竟然好心嘛拢走会落。遮济啊，我想你有啥物好诶？即个 ID 哦，有啥有法度解决即个问题无？我甲迄个增援报告啊，最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于迄个青鸡赛啦。咱若青鸡赛若无改变咱的思维，农民不改变咱的思维习惯，这个问题永远不会解决。所以，哦、你讲，所以你讲，我有什么办法不？所以我只能治标啊。什么叫治标？所以阮就要求伫个全民大会时，阮教咱的全民安怎教，有足好的一种迄种捕蝇的设施啊，我好心足紧就抓到，这叫做治标。所以这部分我其实拢咧宣导咧推广。这个外国人，你队长哦，这你爱甲你甲乡亲的孙吼，伊青鸡赛甲这个载落，对中华迄边载起，你爱甲动起，爱卖互乡亲，无真正青鸡赛不是爱用伊的。你讲话这点真好，所以馆长伫顶礼拜就支持阮哦，伫迄个赤水坑甲另外一个所在南投中华要去摆这车辆，其实阮即马拢咧摆迄个稽查。我讲人可以青鸡赛卖一摆。队长哦，咱这个做大基议员啊吼。伊捌召阮去草屯去甲参观，人个草屯吼，迄规队个鸡屎比七队我大队拢无好心嘞。迄是毋是咱伊啊？迄个时吼，请咱大基个吼安排一个时间啊，请咱个环保局去甲参观。人个迄鸡饲几啊万只，拢无好心嘞。好，这真好。这较请敢要紧一个啦吼。好，谢谢。哦，这个好心，这真正严重啦吼！哦，你请坐吼。啊，过来，我来请教咱的农业处长啦吼。农业处长，咱这本应该有嘛吼？这本啦吼，你请你甲看七十二页这个吼，七十二页就是讲，这个做咱这目前啦吼，咱这乌点吼，乌点那伫咱这个拢伫咱山地、山坡地，甲这个山地吼，总共有400几种。啊！但是咱伫平地哩，差不多是120种尔吼，请咱的农业处长嘛吼，你这个较用心眼看一下吼。啊，咱这个是不是咱啊？以后顺咱每一年，咱拢有伫发落咱的乡亲，咱的这个树栽方面啊吼，来会当这个做发这个草食植物啊吼，会当来发展着咱的这个做恢复咱南投县的蝴蝶王国吼，这你是有啥物方法无？无即摆真正咱这乌蝶啦吼，嘛拢加真少。啊你，我请教咱的这个农业处长，你对咱这个七十二页有关这件你的有新的方法无？来请你起来答复者。请处长回答。谢谢大会主席洪议员，感谢曾议员对整个咱县内的一个环境的指正。改革员报告，那其实在前几年都有探讨过，因为过去咱南投县在尤其在埔里嘛是咱蝴蝶的一个王国，那近几年因为这个部分其实跟咱的生态环境也有很密切的关系，当然议员在这个建议案里面有特别提到，当然第一个可能要先增加咱蝴蝶的蜜源植物哦，因为咱一方面因为现在也有很多社区希望说咱管政府这边苗圃看是不是可以提供给咱社区在从事绿美化的过程当中，那不要只有纯粹造林，那甚至提供这个蜜源的一个植物，包括说马英丹，对讲，蝴蝶以这类食物来源的这种植物，也当多加的推广。那这个部分目前我们在苗圃的苗木培育当中也有在做进行。那其次是针对我们目前的生态环境里面，能够去减少农药的一个喷洒，那提供给这些生物它多一点的这个。生长的一个空间，那大概目前会朝这两个面向来处理。安尼吼，处理哦，这项诶，你再个你甲
加这个关心一下吼，啊，咱以后会当和咱的南投县恢复这个蝴蝶王国呢吼，啊，以后来发树栽，加有关着咱的蝴蝶方面的啦吼，啊，你来你请坐一下吼，啊，我再来请教咱馆长啦吼，咱即摆这个做咱的九一纪念公园对面这个吼棒球场啊吼，是咱的调遣馆长的任内，调遣加咱这个过档的。甲争取50,000,000来甲建设的吼，啊，我想请教咱馆长，啊，你即摆即个何时要来甲开幕？啊，要做到啥程度？是毋是会当请咱馆长吼，咱即个开幕时阵甲做较隆重嘞，去做较老者嘞，因会当讲邀请咱过档的先看你来甲参加，啊，做较大嘞，啊，咱即个做林馆长，你都。甲消音的拖步经费吼，但是咱甲咱这个首富啊吼，甚至嘛有可能请咱以后过档的请川普安尼吼，结落响亮起来呢吼，啊是毋是咱我请教咱林馆长，你当时要甲当时开幕啊，你做到啥程度？咱请咱林馆长，啊你有甲过档的记者无？请咱林馆长答复一下好无？请县长回答。啊，谢谢洪议员。啊，曾议员关心了咱的棒球场啊，这个开幕典礼啊，哈，启用典礼啊。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在跟郭董那边哈，在联系哈，看我们是希望啊，郭董亲自能够来剪彩啊，啊，启用典礼来剪彩。啊，现在正在联系哈。啊，这边因为哈，这咱这边做好啊哈，都是要有这小朋友啊，当练习棒球场练习啊，这场地，我们先让他们进去先练习。那么我们。开幕那个启用典礼啊，等郭董哦，时间摆好啊，啊，咱再来隆重来这举办这个启用典礼、开幕典礼。馆长，啊，你讲啊，请因两个先看你啊，你都爱大道机会，你爱好啊，甲耳仔一了，这你都会晓嘛吼，好啊，甲出个漂亮类吼，啊，搁一点吼，咱馆长率领所有这主管都伫现场了吼，我一点甲大家做一个建构一下啦。真正就讲，像咱顶边啊吼，馆长，顶边咱这个茶博会这样吼，茶博会这个开这个要做邀请卡吼，寄咱是万寄的，这个是万寄。即摆这个台语的政府都推这个要做一小节，啊，咱也是万寄的。邮局即摆我较早我嘛食邮饭的，咱邮局较早拢。金入数，金入币，但即摆台语的政府真强真敖，都创这个一律收啊，所以阮邮局难免有当时啊，都拄着假日嘛休困啊，所以讲吼，希望讲咱这一级主管以后办活动，这个邀请卡较早寄嘞，唔通个临时就怎么寄，像顶面差不多，阮大基个都心情不美丽啊。迄天开播才接到，啊，你当时你乌准乌咯，凊彩骗你啦咯，安尼即点我就感觉。就真正真无漂亮啊了，吼、哦，馆长，哎，个你认真问着，你再当粒螺丝啊，搞安落啦，一粒螺丝停伊，都这台火车都未行啦。你是一个火车头吼、哦，啊，对大家对你无信心，但是每一粒螺丝啊，搞安落。好，真个啦，馆长，那换做你来讲啦吼，可比来讲，那阮萧议员，阮这萧一中，那这个入厝来讲啦。迄天一出啊，你那收到贴啊，你感觉安怎？未爽啦！有咩都未爽啊吼！所以讲吼，是希望讲咱各科室的声，哎呦，哎个听，无乌准个听的都，万里同好，甲放袂记哩嘞，爱记哩嘞，爱替咱林馆长甲加分的，真得着嘞，真的嘞。迄边的孙大基的是真正脚甲酸嘞，身体不美丽嘞。你讲什么？差不多该干才接到，安尼脚甲牵死，真的啊！啊！甲讲好啊！阮尾啊！阮邮局局长嘛去甲找唔到啊！有影啊！其实嘛唔是邮局问题啦，我所了解唔是邮局问题，迄啥问题？咱较慢行啦。啊！若较早是拢会啦，金子数、金子币嘛。我较早嘛食邮票，咱就太了解咧。但即摆都无共啊！吼，这点请大家会记哩吼，唔当临时临了的了。吼，咱请馆长你来，你请坐咧吼。啊！啊，上重要吼，咱我感觉讲吼，咱各科学家吼，所有诶，咱这个部署吼，爱交案啦吼，啊，咱诶，这个要做咱诶乡亲去管去聚集，爱对咱诶，甲咱诶所有乡亲，甲当作是咱诶头家呢，爱甲对较好咧咧，
袂使你讲吼，去安尼，甲当作讲安尼，安尼袂人唔理，爱理不理。真正我感觉，因为我讲我拢有伫甲做即个明察秋毫，啊，甚至各科室的有一挂孙和龙，拢会甲讲，会甲讲。你用可比我的请教咱教育处长啦吼，教育处长，咱你即摆你感觉讲咱的目前，你照实讲无要紧啦，咱国中的吼，目前的有诶。学生啊，敢有伫食毒个咯？有啊无？林组长回答。大会主席。目前有啊无啦？曾议员有，一定有。但是今日也讲，你免惊，只是讲，讲唔知要治疗，你无讲乌准个咯？有啊无？报告议员，我们已经找到对策，要来辅导这些孩子。无，但是今日也讲就有哦。再见，国长。我们一定要把孩子找出来，但是我们也希望维护校誉。哪一间啦？问你吃饭去真好哦。哪一间下啦？有啊无？吃毒的哦。目前通报的他现在没有就学，已经工作了。哪一间啦？报告议员。够无紧的，你来惊咯？该请馆长讲啊，该去杀去关咯。议员，我会努力来处理这个问题。没啦，哪一间下啦？有你吃毒的啦？现在通报的没有，但是我们知道一定有。安尼我讲，处长，你拢真惊嘞！我讲中国强，有案例，迄个案例，因是大人嘛，我嘛走去找我，是大人国家咧考，嘛是民间人。因为已经中错了，所以已经不属于学校了。啊，对，有啊，嘛是中国强的啊，哦。是啊，我们会认真处理。哦、啊，所以讲吼，咱处长。你的用心我拢看有吼、哦，啊！你用心，但是唔免惊惊，爱讲各种啥惊惊，定定惊死，放惊飞咯。啊！你用心我切到，你有用心无？南投市几间各种？南投市几间？各种三间。啊！各种三间。用各种三，咱南投市五间。五间吼，大五间。营北。中西南投南岗凤鸣，哎对了，一百分啦！啊，边岗几间？我让你惊到。没啦，我边岗几间啦？你要照实讲啊。什么？边岗乡几间国中？边岗有边岗国中，三光国中。哎，一百分啦！我讲啦，你用心我看有啦，你比边岗的处长吼，其实用心啦。真的呢？要继续努力。哎啦吼。啊！你也用心对咱林馆长唔怎加分，啊，管这几个喏，那只要用心的处长、局长，管就听你啦。好、哦，谢谢议员，谢谢。请肖志贤议员。谢谢主席哦。我想刚刚都讲了很多哈、哦，不过我说我们在这边开会哈、哦，不过我刚刚收到讯息哈、哦，我们贵我们有党的。南投县党部也是在这附近哦，在召开总统就职的记者会哦，啊，特别朋友传给我说，刚我们在议会上谈到我，他都中央政府没有给我们县府补助，不过他们党团的总召哈、哦，特别要求说明说，林县长要讲实话，你已经向前瞻计划已经向中央要了213亿哦，这个事情不知道是有没有真的。请县长回答。党团的总召了，还抱歉，213亿了。哦，那个是那个外兄鸟嘴潭水库的哈、哦，那个是以前马总统实在核定的，不是现在啊。那个南投县是没有啊，那个是以前马总统时代的。那馆长，那个希望讲哦，因为这今仔是干嘛也算较特殊的日子哦，外面咱馆长家是不是把到行政处家？特别青云搞啥，做一个加强，因咱家中土无就土无，袂使哩吼，无的物件啊，就顶征调的工课，啊来后来你才讲咱有收到。这一点哦，立法委员哦，许淑啊，在立法院就已经提出来啊，讲过了哈。啊，我想咱嘛是要澄清啦，好不好，馆长？因为啊，对啊，伊嘛讲对针对咱南投县的山区的农路吼。中央政府嘛来补助一个3000几万，因讲伊嘛甲咱南投的县民哦照顾足济哦，
啊，这个部分希望讲管政府这个这边哦，社保局哦，甲咱南投县做，咱拢唔知啊，无透过咱也无了解，所以拢直接水保局去做啊。哦，像那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啊，那个蔡培慧啊，就陪我们水保局啊，到仁爱乡啊。有一条道路要做了，恁看报纸上怎样，我咱嘛唔知。好啊，管定啊，我麻烦你伫即阵今仔日个马仔吼，交通部咱就是无，我希望你向所有的国民讲好清楚啦。啊，另外吼，咱某一个选区的，咱某一个选区的议员，伫即处的单位审查甲检讨的时，伊嘛特别讲，直直要求讲，要求咱公务处的部分，啥因德山甲六国完全拢无做安排。哦，这点我嘛要求公务处长吼，其实你伫这本工作报告里底，已经看到足济六国甲德山做嘅工作。当天伊咧甲你要求嘅时，我知影有难点吼，公务处长较无方便讲吼。我希望讲你嘛，该当伫德山六国有做嘅部分，我希望公务处长嘛做一个澄清。啊，无伫大会上声声句句讲德山人是。不是咱南投县十三乡镇其中一乡镇吗？伊嘛不是啊，伊嘛伫安尼讲啊，是不是安尼？好、哦，这两点哦，馆长嘛，您要另外加强做者澄清。好啊，感谢主席。啊，感谢哈、哦，啊，大家拢辛苦了哈、哦。啊，李姐哈，那林馆长李姐哈，啊，本席向你来交代一件报告一件工作哈、哦。咱即只咱萧议员所讲的哈、哦，啊，咱德山的哈、哦，啊，咱的某一个议员的。啊，声声句句嘞，讲咱德山人、德山人吼、哦，是咱南投县的一份子啦。做工过啊，咱的建设拢甲德山拢甲跳过嘞。啊，所以伫遮嘞，拄只咱萧议员来讲起安尼吼，啊，是毋是讲本席麻烦讲咱后礼拜一吼、哦，后礼拜那也是阮不即小组嘞即阵吼，麻烦着县长吼、哦、用上简单嘞啊列出来讲咱民咱的德山吼、哦，咱县府啊甲补助。建设偌济物件，偌济项目安尼吼，啊，请你拜过来说明吼。啊，尤其吼，啊，咱萧议员拄只讲个吼，拄只啊，本身就讲起啊，伊这个前瞻计划吼，伊这个列车吼是绑桩现金大放送，绑桩现金大放送，所以咧啊，伊就是要绑桥卡，所以伊拄只咱民进党政府咧开这个新闻稿咧。相当啊，伊个破坏体制啊！伊无经过咱南投县政府来所做诶，即个破坏咱的体制嘛，即个是因中央直接乌白跳、乌白舞嘛，吼、哦，即、這个叫绑桩啦，吼、哦，即、這个绑桩啦吼、哦。啊，今日啊，咱本小组伫遮，到遮就来结束吼，啊，就麻烦着。那哦，啊，咱麻烦吼，啊，咱拜一吼。客家事务科科长吼、哦，啊来列席一下，拜一吼、哦，礼拜一吼、哦，啊，咱今日咱的东西从大家结束吼，啊，慢慢管定拜一吼、哦，拜你会记把遐资料传好吼、哦，感谢大家辛苦吼、哦，谢谢。散会。